我们首先先回顾一下哈，我们上礼拜我们很简单的跟各位介绍财务管理主要的目的跟它的政策内涵是什么。那我们在那一门课里面，我们说一般来讲我们在财务或是一般管理的一些文献里面，那大家都能够共同一致同意的一个管理的目标，是在追求股东价值的最大化。那我们如果把这个一个企业的目标或是财务经理的目标，把追求股东价值的最大化比较具体而微的表现在财务的政策内涵里面来讲的话，那我们就知道，就是说一个财务经理人可能要很谨慎的进行他的投资决策所谓的投资决策当然就是追求我们上礼拜有跟各位讲的，就是资产负债表的左手边的资产能够追求比较高的报酬率也就是说经理人他必须要有那个专业的一个技巧，然后去判断公司所进行的投资决策能不能在未来这个投资的期间里面帮公司带来比较好的报酬率。那第二个主要的决策内涵就是融资决策我们说投资决策当然就是公司募来的资金把它投资在资产上面，我们希望资产的报酬率越高越好。那融资决策的话就是说我们在募集来的这些钱应该如何的组合才能够达到比较低的风险然后比较低的资金成本。那当然我们知道就是说风险跟资金成本的高低事实上是有一点点替代性你如果希望资金成本比较低一点的话风险可能会比较高。那这些内涵我们大概在我们适当的章节里面会讲到 OK 所以第二个决策就是融资决策，如何得到一个可以承受风险之下比较低的资金成本。那第三个决策是鼓励政策就是财务经理人必须要决定我们赚来的钱是用在投资未来呢，还是当作当期的鼓励把它发放出去。那主张呢，投资未来跟发放当期的鼓励都有足够多的理由。那一般来讲的话企业的经理人他就必须要决定怎么样的一个发放鼓励或是保留盈余能够带来公司最大的利益所以这是财务经理人第三个很重要的一个内涵。那第四个呢，我们强调就是说其实财务经理人也必须要在营运资金的管理上面要花很大的一个心思尤其其实我们讲到今天台湾的一个代工产业来讲，它的毛利率事实上很低，那如果说公司如果再不谨慎的去处理它的营运资金管理的话，那很有可能短期资金的成本就会把它非常微薄的毛利率把它吃掉 OK 所以我们在适当的章节里面也会跟各位强调所谓的那个营运资金管理的重要那上个礼拜我们谈到这个四大决策的时候，我们事实上还是可能带给大家满头雾水的感觉，就是说什么叫融资决策，什么叫投资决策，它为什么一定会影响公司主要的一个绩效。那我们今天其实更具体而为的，我们希望在各位所熟知的财务报表的资讯里面，然后我们来看看就是说我们上礼拜所讲的那如何去追求所谓的比较高的资产报酬率，如何去追求比较低的资金成本，或是谈所谓的财务杠杆，跟如何去追求比较好的一个股东权益的报酬率，那这些等等我们大概就会在这一堂课里面跟各位报告。所以我们这一章的章节是企业目的、财务绩效跟竞争优势之间的关系。那我们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说把各位大一所学的会计学里面所了解的损益表、资产负债表，那甚至我们会谈到一些现金流量表，它跟一个企业的竞争优势有什么样的关系，那
这些竞争优势又跟我们上礼拜所谈的如何追求一个比较高的资产报酬率，它又有什么样的关系？所以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章节哈。这个章节能够把各位所学的会计、财务跟企业管理竞争优势把它结合在一起，所以它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资讯丰富的一个章节。那当然在这个章节里面，我们还是要稍微简单的跟各位谈一谈财务报表的一些基础的资讯。那当然在这边绝大部分的人是会计系的同学，那这些财务报表对你们来讲都非常的轻松。那但是我们现在主要的就是说要把这些财务报表资讯跟我们上礼拜所讲的财务管理的一些目的、一些绩效指标把它结合在一起。所以我们还是可能要要求各位花一点时间来了解一下财务报表。那因为各位是主要是会计系的一个专长，所以我们在讲这个财务报表的一个资讯内涵的时候，能简略的我们稍微就简略一下因为我们通常在不同的班级里面，那这个章节可能会讲的比较详细一点，那我们这边稍微简略一点第一个我们要来谈资产负债表那资产负债表我们在上礼拜讲那个组织结构的时候已经有看过一个简易版的资产负债表，我们大致知道说在资产负债表的左手边就是资产面，资产负债表的右手边是负债跟业主权益，左手边呢就是公司把募集来的资金在资产上面做如何的配置那右手边呢就是我们所有的资金来源有多大的比例来自于负债，有多大的比例来自股东的所投资的业主权益。好，那资产负债表我们当然可能在你们大一的会计学里面稍微就有谈到它的可能有一些限制跟它有一些特质那我们必须要跟各位讲，就是说这个资产负债表的资产它所登录的数字就是说它的价值是多少，那可能就是必须要依照交易发生的当时的一个客观的依据所以它可能必须要用历史成本入账。那这个历史成本呢可能在今天来讲跟我们认为这些资产应该有的价值可能会有一定的差距比如说公司20年前用1000万买一栋房子，那这栋房子很可能今天的价值可能超过1亿元，但是我们在资产负债表上面如果说我们没有产生任何客观的交易，这个1000万元大概就不会改变所以我们在资产负债表里面我们必须要知道很多的资产是以历史成本来入账，它没有办法反映真正的价值。那第二个来讲的话就是说很多无形资产它并没有办法把这些价值表达在我们的资产负债表上面。那各位如果说有开始在学中会，你应该知道我们对资产有一些定义，这个资产的定义就是说不管它是有形或是无形，只要你认为这个资产能够持续不断的帮助一个企业产生未来的现金流量或是帮助它产生盈余，那这样的资产就必须要被当作资产。那虽然我们的理想的境界是如此，但是我们有很多无形资产，比如说品牌价值啦，比如说那个好的管理能力啦，或是顾客的忠诚度这些东西，那可是它就是没有办法认列价值。OK 我每年那个美国的商业周刊都有帮一般的企业去做一些估计它的品牌价值，比如说可口可乐，那它的品牌价值过去几年大概都是几百亿美金那几百亿美金当然就是说因为有这个品牌它在未来产生那个帮助这个公司产生现金流量的能力，那被它折现以后那么估计出来是600多亿、700多亿美金，可是你今天如果去看他的财务报表绝对不会有这一项说我们的品牌价值是600-700亿美金。那虽然我们财务报表上没有认列这个价值，但是你要知道就是说一般的股东在买他这个股票的时候或是另外一个企业要来买这个企业的时候，这些价值怎么存在？当然存在当然存在。那所以资产负债表的限制之二就是说很多的无形资产没有办法
认定它的一个价值。那第三个、哦、各位很可能要注意到，就是说我们在学财务管理跟我们学会计大概都要有一定的一个逻辑在那里、哦、那这个逻辑当然不是说是强不可破的一个逻辑，只是说我们觉得大部分的时候应该是如此、哦、那所以在资产负债表里面，我们应该可承认会有两个关系、哦、第一个来讲的话，就是说流动资产跟固定资产、哦、各位学会计应该有学到，我们的定义流动资产应该是一年以内能够转变为现金的资产，那固定资产就是它的经济寿命超过一年以上，我们就叫做固定资产。那这两种资产呢，你必须要去注意它两个特质。第一个特质就是说它的流动性，所以流动性就是它转变为现金的速度，然后在转变为现金的过程当中，它会损失价值的程度。那这个就是我们所定义的一个流动性。那流动资产呢，在定义上来讲，我们认为说它转变为现金的速度是比较快的，然后它在转变为现金的过程当中，它的价值损失是比较小的。那固定资产呢，刚好在另外光谱的另外一端，我们认为呢，它的流动性是比较慢一点、哦、要转变为现金的速度比较慢一点。比如说你有一个房地产或是机器设备，你想要把它卖出去，那这个卖出去的过程很可能就是会比较冗长一点，你要找到适当的买主，他愿意出一个价格，然后他可能要检查，很可能要办移交，很可能要办怎么样，所以你真的要拿到现金可能稍微比较晚一点。所以我们认为固定资产的流动性比较慢，而且固定资产你如果说要转变为现金的过程当中，很可能要有一点点折让、哦、就是说你急着要用钱，那一栋房子有多少钱，那你如果急着出售的话，你很可能降价以求、哦、所以流动性就会比较慢一点。如果就流动性来看的话，我们会觉得说流动资产的流动性是比较高的，固定资产它的流动性是比较低的。 OK， 好，那另外来讲呢，我们还要再看一个 dimension， 这个 dimension 就是说报酬率。我们通常来讲固定资产就通常就是公司主要的生产设备，那公司之所以会配置这个生产设备，当然就是因为它可以帮你赚钱。所以固定资产呢，它在公司的产生利润的过程当中，它的报酬率相对来讲应该是比较高的。那流动资产呢，它的报酬率相对来讲是比较低的、哦、因为流动资产它主要的角色是帮助公司能够在一个营运的活动里面能够顺利的进行，比如说存货是让公司主要的销售活动能够顺利进行，应收账款也是。那这些流动资产呢，本身来讲它创造报酬率的可能性就比较低一点。 OK， 那相对于固定资产来讲、啊、所以我们就是有光谱的两端哈，固定资产它的报酬率很高，但是它流动性比较低，流动资产它的流动性比较高，但是它报酬率比较低。所以不管是一家公司或是一家金融机构，它在持有资产的组合里面，不能全部都是固定资产，也不能全部都是流动资产、哦、因为你要有流动资产，你才能够随时支付跟随时还债。那你如果没有固定资产的话，就没有高的报酬率，那这些东西当然是相互冲突的、哦、所以在资产这边来讲，我们第一件要注意的事情是这样。那第二个，在负债跟业主权益来讲，那我们一般上的 common knowledge， 一般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认知是说，我们的资金成本来讲，股东权益的资金成本是比较高的，然后负债的资金成本是比较低的。然后在负债当中呢，短期负债的资金成本在绝大多数的时候会比长期负债的资金成本要低、哦、所以你等可能从资产负债表由上而下来讲的话，上面、哦、短期负债的资金成本最低，下面的股东权益的资金成本比较高。好，那所以理论上来讲，那你就会说，那既然资金成本越短期负债或是负债越低的话，我们就多用一些负债好不好？
啊，我们负债在某种程度上面可以用，但是你不能无所止境的只用负债，而完全没有自有资金，对不对？啊，所以你要想说，哎，那我们为什么要有自有资金？那最主要的话就是说，负债本身对于公司经营者来讲，注意哦，因为风险的概念对于投资人的风险概念跟对于经营者的风险概念刚刚好是相反的。那我们今天这边来讲是讲经营者的风险。站在经营者来讲，他如果举债的话，他会有风险。怎么样的风险呢？一旦钱还不出来，我们就会违约，违约的话很可能就会造成营运的中断。 OK， 尤其短期负债，短期负债是必须要在一年以内用现金去偿还的负债，它给你筹措资金的时间又更短，所以短期负债它的倒账风险是最高的。 OK， 然后长期负债呢，因为你七年到十年才必须要筹措那个还钱的一个资金，所以它可以筹措资金去还债的一个弹性又比较高一点，所以长期负债它对于经营者来讲风险就稍低。那股东权益的资金呢，它事实上是没有任何法定的一个义务必须要去支付一些现金流量，所以公司如果在某一些年度它因为不赚钱或是赚的钱不多，没有办法发放股利，那不会造成任何法律上违约的问题。你当然会让一些股东失望卖掉你的股票，但对公司的经营来讲就不会有中断之余、哦、所以我们说就经营者的眼光来讲，我们刚才所讲资金成本越低的可能倒账风险就越高，那资金成本越高的股东权益它的倒账风险就越低。所以呢，经营者财务经理人他也必须要在用多少的负债用多少的一个自有资金之间要有所拿捏、哦、那所以这是资产负债表我们希望首先达到的一个基本上的认知、哦、好，那第二个我们来看看损益表、哦、我们会花比较多的时间在损益表上面，因为它跟我们等一下所要讲的一个企业绩效跟那个企业的目的之间有比较重大的一个关联。那当然损益表大家了解，它是一个盈利机构，它在一年当中它的盈利的一个状况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报表、哦、那在损益表里面我们必须要，损益表大概就长得这个样子、哦、那就这个简单的损益表我们可以稍微来看一下我们等一下想强调的一个关系、哦、那大家都知道损益表它可能会分这个债、哦、就是计算到计算啊，比如说我们的销货收入减掉销货成本就等于销货毛利，然后销货毛利呢减掉一些销管费用就会等于所谓的税前净利。那税前净利呢，我们在这边有些人会把它叫做营业上的盈余哈。这营业上的盈余我们在这边要强调一下，我们刚才有讲过哈，说这个财务经理人他的第一个很重大的一个目的就是要求取资产的报酬率最高，比较高一点。 OK， 资产的报酬率希望他要高。那资产的报酬率呢，事实上他的主要的计算基础就是营业上的盈余。为什么呢？各位可以先看一下，我们从销货收入一直减到销管费用以后，这个营业上的盈余就是我们总资产的产出。哦、当然这边是有点简化，我们还没有把税的那个条件考量进去，我们等一下会把比较精确的那个资产报酬率的数字、跟各位介绍。那在这边我们首先跟各位讲一下这个营业上的盈余、或是你们可能在其他的某一些会计课本上面可能会把这个营业上的盈余叫做 EBIT、就是 Earning Before Interest and Taxes，就是说在计发放利息跟计算税金之前的盈余、叫做营业上的盈余。这营业上的盈余其实就是总资产的产出、我们说我们在整个会计年度里面我们投入经营的资产总额的资产会产生这个营业上的盈余。好，你在总资产有产出以后，我们刚才有讲过我们是筹措资金，
是跟债权人跟股东筹措资金，筹措完资金以后把它放入资产，放入资产以后产生所谓营业上的盈余，然后再过来呢，再从营业上的盈余第一个要去分配了。那第一个要分配给谁？我们说就公司法或是依照我们公司的结构理论，我们第一个有求偿权的应该是债权人，借钱给我们的人，所以我们营业上的盈余第一个就要去还利息费用。还完了利息费用以后呢，理论上还要先交给政府税， OK， 交给政府税啊，因为我们认为这个公司在整个经营的过程当中，那政府提供所谓的基础建设啦，或是所谓的设施，让我们能够经营能够赚钱啊，所以呢，我们在总资产的产出付完的债权的利息以后，那我们很可能第二个就想说啊，我们应该分配给股东。那政府很可能在这个时候就说，等一下，因为股东是公司最终的一个所有人，所以在这之前你要先缴税，要不然我只要把钱交到股东那边去的话，政府就收不到税，所以他们就先收税，然后就会扣掉企业的一个盈利事业所得税，然后才能够得到所谓的税后盈余。这个税后盈余呢，才是可以分配给股东的一个报酬。OK， 所以呢，这个损益表大致上的编制的一个状况是这样。那我们对于这个损益表呢，稍微要跟各位解释一下，有一些数字，有一些关系，我们很可能等一下会用得到。那所以我们在这边提前跟各位讲一下。那第一个来讲的话是销货毛利。那销货毛利到底是代表什么？销货毛利代表什么？你常常看到很多财经的报纸上面说，这个鸿海的毛利率只有 8%， 然后呢，联发科的毛利率竟然可以高达40几，然后台积电的毛利率也可以高达60-70%，这什么一回事？怎么会有不同的毛利率呢？毛利率代表是什么？为什么不同的公司会有不同的毛利率？好，那你今天回过头来看一下，毛利是什么？你想想看哦。什么样的公司它会有高的毛利或高的毛利率啊？我们今天就只要举个例子来看，如果你是卖汽车的，我们卖汽车的啊，那第一种来讲，我们说如果我们想象中的是一种高级名贵车啊，比如说大家常提的是双 B 轿车啦，或是 Lexus 啦，或是怎么样那种比较高额的轿车，那你觉得它毛利率应该是高还是低？那我们在这边来讲的话，就是说我们大致上从管理过去的一个经验里面，我们会知道就是说有些产品它的毛利率是高的，那毛利率是高的的话，我们通常来讲它可能会有两种现象啊，两种现象。第一种现象呢，它就是说我卖一部车，我的成本可能跟我的竞争对手差不多，但是因为我具有某些优势，所以我卖这部车的价格比我的竞争对手可以卖的多一点啊。我们今天做一个可能很粗糙的一个假设，就是说我们双 B 轿车跟我们一般的国民车然后它的成本是差不多，但是双 B 轿车可能具备某一些要件，那所以呢它价格会卖的好一点。那你想想看，如果成本跟别人差不多，可是价格卖的比别人高的话，那你会有怎么样的现象？就是会有比较高的毛利，对不对？这是第一种现象。第二种现象呢，可能会稍微比较复杂一点，就是说我的东西可能在市场上面卖的跟别人的价格差不多，但是我的成本可以比较低一点。我因为某种原因，我让我的成本比较低，可能我的生产比较有效率，可能我的供应商的来源是不是？比如说我的供应商就是我自己，所以我就不用像别人一样去买原物料或是怎么样，我自己控制了我自己的原物料所以我能够比较低价的购入原物料或是我拥有怎么样的一个专利权我就不用付权利金，所以让我的成本比较低一点，但是我做出来的东西跟别人一样好，所以在市场上卖的价格可是跟别人一样的所以我成本低，我价格跟别人卖的一样好，我的毛利率是不是比较好一点所以我们大致上是称为这两种形象，两种关系。所以第一种呢，
当我们的成本跟别人差不多，但是我做出来的东西可以卖得比较贵。我们举个例子，像鼎泰丰的小笼包，我相信他用的猪肉跟隔壁家的猪肉一样，用的面粉跟隔壁家的面粉一样，它具备有什么样的东西让人家愿意花比较高的价格去买鼎泰丰的小笼包？那是什么？那在我们管理学里面，这个叫做产品差异化的竞争优势。同样一种产品，但是你的消费者觉得它是不一样的商品哦。那当然比较多的细节你可能要去修企业管理或是竞争优势的那样的课程，他会告诉你所谓产品的竞争优势会带来比较高的所谓的毛利率。 OK， 也就是说你的销货毛利事实上是看你这个商品在市场上领导的地位，销货毛利率。好，那我们说第二种现象呢，也是跟我们在竞争优势分析里面所谈过的一个低成本领导优势哦。我们刚才说我们第二种状况是我们的商品价格跟别人卖的差不多，但是我的成本就是比别人低一点，所以我的毛利率会比较高。 OK， 那当然这个东西我们等一下要讲会有另外一种可能的分岔会形成哦。它第一种状况我们可以举的例子就是说，就拿中油跟台塑，中油跟台塑它卖油的价格是差不多，可是好像各位如果从报章杂志里面你应该可以看到，就是说既然油卖的一样高的价格，那为什么中油好像常常有亏损，那为什么台塑好像常常有盈余台塑化的那个财务报表的表现也比较好，好像他们的股价表现的比较好。 OK， 那为什么中油就成本就比较高一点？那这叫低成本领导优势。那低成本领导优势来讲的话也造成比较好的毛利率，那这当然在那个台塑的财务报表里面，台塑化的财务报表里面你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结果。好，但是这个我刚才有讲说它会有一个可能的分岔，所以可能的分岔就是说，如果有一家厂商他制造相同的商品，他可以用比较低的成本，那请问一下他会不会一定要卖跟别人相同高的价格？不一定。为什么？如果说我今天卖一部汽车好了，那我们假设就是说别人做出一部还不错的汽车，它的成本需要60万， OK， 然后在市场上可以卖100万。那请问一下，我如果今天非常有把握说我做出同等级的汽车我只要花50万的成本，那请问一下，我今天如果要卖汽车的话，我还需要在市场上卖100万吗？只是为了显现出来我的毛利率比较高。那可能各位生意头脑都不错啊，那你很可能会想出来一种，就是说我如果能够用50万就做出一部跟别人一样的车子的话，我很可能就不卖100万了，我可能就卖90万就好。那我的理由是什么？我就可以卖多一点车子，对不对？有些时候你卖低一点的价格的话，那你就可以卖多一点的车子，然后你就会把原先会买别人的车子的顾客就拉到我的公司来。那有些时候你比较一下总利润，你会觉得说我卖90万的时候搞不好我赚的钱更多，所以你会看到的第二个现象就是说，如果你是有低成本竞争优势的那样的公司的话，你有可能会把你的价格调低。那你的价格调低呢，你就会增加你的总销货的数量。 OK，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如果只是一味的去看你毛利率的话，那有可能你的毛利率就不会像我们刚才所讲的第一种 case 的毛利率那么高，对不对？但是呢，你的总利润会比较大一点。那我们等一下很可能就会带到这里，就是说这种牺牲一点点价格增加总收入的一种策略，那在我们的财务报表里面我们有一个专有的一个财务比例可以去观察到，就是它的资产周转率可能会比较高一点
资产周转率会比较高一点。所以我们在看财务报表的时候，事实上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看到这一层的层面哈。所以我们接下来呢，我们把财务报表的那个损益表分析的一个重点稍微跟各位报告一下。那第一个呢，就是高毛利率的一个产业哦，象征市场上的一个优势。这个优势可能来自两个地方，一个是产品差异化的一个竞争优势，另外一个是低成本的竞争优势哦。然后我们第二个呢，我们说，我们再回到刚才那一张哈，我们如果从销货毛利一直到营业上的盈余，那我们最主要要看什么？我们想要看的事实上是一家公司的管理行政方面的效能、哦、有些时候我们的产品卖得很好，所以我们的毛利率很高，但是有一些可能他的经营管理者可能野心比较大一点，他看到说我的产品今天卖得很好，所以他就 大量的扩点展店，然后一下子扩点展店呢，他的那个速度太快了，他的销货的成长或是他的其他方面的配合的不好、哦、或是他用了太多的广告，然后把他的那个 营业上的一个毛利把它吃掉了，那很可能你就会看到说他的营业上的盈余就不是那么的好。 OK， 也就是说你很可能用了太多的冗员，用了太多的广告费，然后没有精打细算，所以虽然我们有很好的销货毛利，但是我们销货毛利很可能被我们的一个行政管理效率不良而把它吃掉了，那所以我们营业上的盈余就会变得比较差一点。 OK， 那所以呢，我们说由营业上的盈余呢到达我们的那个由销货的毛利到我们营业上的盈余，可以看公司的一个行政管理方面的一个效能是怎么样的哈。那我们这边也跟各位强调了，我们营业上的盈余是总资产的产出啊，总资产的产出计算结算出来以后，我们第一个就要去分配给债权人，然后再给政府的所得税，然后再把税后净利分配给我们的股东啊。那我们在这边再谈一下另外一个可能我们不断会重复去谈到的一个概念哈，我们可能会去谈到就是说，那企业为什么要举债哦？这个问题我们在财务管理从头到尾都一直会反问这一个问题，企业为什么要举债。我们说企业举债，我们上回事实上有跟各位讲一下哈，我们说如果资产报酬率是 20%， 那我的举债的资金成本如果只有 10%， 那我们如果说我们举债跟自有资金是1:1的话，那你用一个比较粗糙的一个算法，但这个粗糙算法还没有考虑到税哦、所以你会看到一种结果，就是说股东权益的报酬率就会变成 30%。 为什么？因为债权人再来的一块钱，他如果把它放在资产那一边的话，资产的每一年的报酬率是 20%， 所以债权人带进来的一块钱，他放在资产的话就会赚2毛钱，但是债权人所要求的利率是多少？ 10%， 10% 的话就是要1毛钱，所以债权人带来的一块钱放在资产那边会赚2毛钱，但是债权人说我只要1毛钱就够了，那剩下1毛钱会跑到哪里去？当然就股东去接受了，对不对？因为股东是公司的股东是公司的那个最终的一个持有人嘛，对不对？那股东带进来的一块钱放在资产那边本身已经会赚到2毛钱，那另外呢他还会去接受债权人没有拿走的1毛钱，所以它会变成什么样？会变成3毛钱。 OK、哦、所以股东的报酬率就会 30%， 债权的资金的一个比率就是 10%， 然后我们的资产报酬率是 20%、哦、那我们在这边其实就可以很容易得到一个很好玩的数学的结果，对不对？因为债权人所拿到的跟股东所拿到的平均刚好是会等于资产的报酬率，所以你反推回去，如果资产的报酬率会大于我们的举债的资金成本的话，那你会得到一个结果，就是你的举债比例越高的话，股东报酬率就会越高。好，那在这个章节的那个最后2-3张投影片，你应该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结果，就是说
如果说我们的资产报酬率，资产报酬率事实上在我们的损益表里面是可以稍微的去推算一下，不是很精确的数字、哦、我们等一下会提到哈，因为资产报酬率大概就是营业上的盈余去除以总资产、哦、那是资产报酬率税前的概念、哦、税前的概念。如果资产报酬率大于我们举债的资金成本，举债的资金成本就是利息费用去除以一些有缴息的负债、哦、并不是所有的负债都有缴息哦，所以我们可以稍微推断一下，如果我们的资产报酬率是大于我们举债的资金成本的话，那我们的那个举债在我们这边就可以产生所谓的财务杠杆的效用。那有关于财务杠杆的概念，我们在资本结构那一章会讲得非常详细，所以现在如果还不懂说哎，什么叫财务杠杆、哦、各位不用紧张、哦、我们会讲，只不过说在这边我们很可能要稍微跟各位先提到这个概念、哦、那所以呢，我们应该就可以从营业上的盈余，你把这根营业上的盈余拿去除一种资产，然后把这个利息费用去除以有缴息的负债，那大致上你就可以看出来说，我们的资产报酬率跟举债的资金成本之间相对上来讲有没有站在有利的优势。如果有的话，就代表我目前举债是站在有产生正的财务杠杆效用的一个层次。 OK， 也就是说我今天用的举债事实上有帮助股东带来比较额外的报酬率。 OK 哈，那这个如果现在还不是很清楚这个什么 work， 没有问题，我们在那个资本结构那一章会跟各位再详尽的报告。好，那这边我们也很简单的跟各位讲一下哈，这个有关损益表衡量上面可能会产生的一些问题哈。我们第一个，我们说损益表它是依照应计基础制哦，那应计基础是它最主要的一个可以比较的一个一个镜像、哦、mirror image， 就是所谓的现金基础制、哦、现金基础制是说任何的收入费用我都等到接到现金的时候我才承认它。 OK， 然后呢所谓的应计基础制就是说哎，尽管时间还没有到，但是这个交易本质已经实际上发生了、啊、我就可以承认它的收入跟费用。 OK， 所以两个地方会稍微有点误差，那详尽的东西我相信你们在初块里面已经讲的非常多，所以我这边就不要多讲了哈。那所以呢各位当然也知道，因为这个应计基础制跟那个现金基础制它会有一点落差，那我们到财务报表日的时候，经理人就必须要去做一些估计跟预测，那这个估计跟预测可能会说经理人本身的一个意愿可能会偏向利润比较高或是偏向利润比较低的一年，那这个东西完完全全在某种程度上面可以受到经理人的左右，所以你所看到的财务报表本身可能不是真的公司财务能力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表现、哦、所以在这边来讲我们要提醒各位一下哈。那所以呢我们其实很好的能够去检验一下公司的财务状况是不是很好，我们其实可以比较一下这个损益表的税后净利跟我们等一下要看到现金流量表的一个由营运而来的现金流量，它是不是会有很大的落差、啊、可以检验出来说这个财务报表本身、啊、损益表本身是不是一个还不错的一个绩效衡量的指标、啊、然后再过来的话我们这边会谈到、啊、我们说我们在看公司盈余到底好不好，要看那个盈余是不是来自公司本身自有的本业哦。我们这边是常就是说这个高品质的盈余是不是 repeatable， 就我今年会产生这么多盈余，我明年是不是有能力产生相同多的盈余。那为什么会讲这句话呢，就是说我们很多的损益表上面的盈余可能是来自出售资产的盈余，那各位知道你有一栋房子有一块土地，今天卖掉以后明年还有没有土地卖，可能就没有土地卖了，那也就是这一部分的盈余不会被重复。所以如果说你今年看到损益表上面有很高的盈余来自于这种出售资产的一个交易的话，那理论上来讲它就不是 repeatable 的，所以我们就非经常性的交易在我们某些财务分析上面就会把它排除掉。
OK， 而且我们会希望说我们是采用比较保守的一个会计所算出来盈余，我们才认为它的盈余的品质是比较好一点。好，那这是有关于损益表的哈。那我们接下来看一看现金流量表。那现金流量表呢，它主要各位当然有学过会计的人应该都知道，现金流量表是主要的目的可能比它的功能看起来要 humble 一点、啊、它主要的目的是解释公司从去年年底的现金跟约当量的存量到达今年我们损益资产负债表的现金跟现金约当量变化的原因、啊、就解释如果说有一家公司去年年底现金是3亿元，今年年底是现金是5亿元，那我说现金流量表就是用来解释从去年的3亿元到今年的5亿元中间发生了什么事，中间发生了什么事。那它外观上的理由看起来好像不是非常伟大，可是刚好我们就可以从追踪从3亿现金到5亿现金的一些蛛丝马迹或是它的流程，可以去看出来这家公司在很多方面财务能力的表现。 OK， 那我们当然这个有关于现金流量流量表你们在中快的时候很可能要花2-3个礼拜才讲得清楚，然后很可能某些人就是一辈子尽管从事会计行业可能一辈子当中从来没有把一张现金流量表编出来过，包括某些会计的老师也是一样，因为我也教过中快，我好像没有印象说我有把现金流量表编出来过，因为那是非常复杂非常那个诡异的一个东西。那我们今天省略过那样的一个过程，我们主要就是说这个现金流量表它会解释说从去年到今年现金余额的改变可能来自3大类企业主要的活动。那第一个活动叫投资活第一个活动叫营运的活动，营运的话就是我买卖跟制造我的商品主要营运的活动所产生的现金流量。那第二个呢是来自投资的活动，那当然公司可能会需要去添购新的资产固定资产，那添购新的固定资产会用到一些现金啊，或者他会去把一些以前投资的资产拿去卖掉也会产生一些正的现金流量。OK 啊，那所以第二个是投资的活动，第三个活动叫融资的活动。融资的活动我们有可能因为我们去跟银行借钱就产生了现金，对不对？然后呢我们也有可能拿钱去还掉银行的债，那这个就是用掉现金啊。所以我们今天如果要解释呢为什么我公司的现金从去年的3亿到今年的5亿，那可能会有很多不同的组合，不同的组合，这个组合呢可能是好的消息可能是不好的消息。那我们原则上来讲，如果说你现金的部位是由3亿元增加到5亿元，从外观上看起来好像说这件事情没有什么不好，因为我们说现金部位的增加尤其这几年来讲，你当然会感觉到说我们可能会比较偿债的一个能力会比较好一点，然后最近10年的一些基本上管理的文献会认为，如果你的现金的部位非常充分的话，你会占有某些竞争上面的优势。好，我们举个例子来讲，各位当然如果有注意到报章杂志，各位知道苹果公司那他的那个执行长他在今年5-6月的时候他就讲过一句话，我们说我们苹果呢我们的财务报表上面随时维持1000亿美金以上的现金部位，这1000亿折合新台币是3兆哦，1000亿乘以30等于3兆。那你会说那为什么保留3兆的现金呢？他为什么不把这个3兆的现金拿去投资啊操作啊？你想想看，我如果说基本上来讲我如果有3%的一个报酬率来讲的话，这个3兆的现金你会产生多少？300亿的收入，300亿美金哦，300亿美金，300亿美金又接近非常接近1兆，不像300亿美金1000亿 OK 接近非常接近1000亿的那个新台币，
全台湾没有几家公司可以赚1000亿新台币，赚了，我不是说营业额，是赚到1000亿新台币，没有。OK， 那为什么不去操作，要放那么多的现金？哦，我们等一下如果有机会会讲一讲。那同样的，台湾的台积电，它有1000亿-2000亿的现金放在财务报表上面，所以我们基本上会认为说，我的财务报表上面现金部位增加，代表某一种策略上面竞争的优势哦。那所以外观上看起来，好像现金增加不是一件坏事情，但是你今天就要从现金流量表里面去看出来说，我现金增加的理由是什么？因为我们刚才有讲过，我们现金增加的理由可能来自营运的活动、投资的活动跟融资的活动。我们说营运如果上面赚钱的话，现金流量会增加，对不对？好，如果投资活动现金流量会增加，代表什么？你拿到股利，当然也是你营运投资活动的一个现金流量增加。但是呢，有很多时候你投资活动的现金流量增加是你去卖资产。卖资产，如果你因为卖资产以后现金流量增加，这不一定是好消息，有可能是好消息，有可能是坏消息哦。所以你一定要去读到它的那个交易的本质的内涵是什么。相同的，我们如果去问一下，如果你的现金流量的增加是来自你的融资活动，融资活动是什么？是我去跟别人借钱筹措资金的过程当中哦。我如果跟银行举债会增加现金流量，我如果发行新的股票也会增加现金流量。 OK 哦，那如果我去跟别人举债或是我去发行新的股票，这到底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可能是好消息，可能是坏消息哦。我们在财务管理课里面大概这些理由我们都会探讨到。那我现在只是跟各位讲一下，就是说我们原先现金流量表是用来去检验我们的一个现金流量产生差异的理由哦。那所以我们要检验一下，其实我们从现金流量表里面，我们比较觉得什么样的消息是好消息。第一个来讲的话，我们会觉得由营运而来的现金流量如果非常充裕的话，那就会是一个好消息啊。那我举个例子，因为刚好今年的暑假有被访问到去解释一下，因为亚马逊网络书店，那他去年的税后盈余大概是6亿美金左右，6亿美金啊。然后呢，他的股价啊，如果算每股盈余来讲的话呢，亚马逊网络书店的那个每股盈好像是0.多元，那它的股价大概是200多美金。那你如果算一下那个所谓的那个价盈比，就是用它的股价去除以它的每股盈余来讲的话，将近300倍。那这是所有美国上市上柜公司里面大概第一高的哦。那就有很多人就要问说，哎，为什么它的每股盈余只有0.多元，然后股价可以卖到100-200块钱，然后可以产生价盈比是那么的高。 OK， 那可是呢，你如果从同一年的财务报表里面，你看它的现金流量表，它的现金由营运而来的现金流量，事实上是我们刚才说它是6亿美金的一个税后盈余，但是它的现金流量由营运而来的现金流量是390亿。哇，390亿。那各位要看一下，虽然我的税后净利只有6亿元，但是我的由营运而来的现金流有390亿，差别为什么会这么大？差别是来自于亚马逊网络书店它在前端所做的投资。各位当然知道，它网络书店在书店真的去成立之前，它就要投资非常多的固定资产哦，盖仓库啦，或是买电脑啊，去做那些电脑设备那些什么东西。也就是说，在你这家公司产生第一块钱收入、第一块盈余之前，你就要投资很多的钱。那些钱呢，后来就会变成什么？折旧。折旧呢，是你没有付出现金，但是你承认当费用。所以虽然你的税后盈余看起来没有赚很多钱，可你手头上的现金就很多。那最主要就是说，
站在债权人的眼光或站在股东的眼光，这些现金是事实的。也就是说，我们如果会从公司拿到利息或是分到股利，都是从现金而来，而不在于说他的净利高不高，而是在于他手头现金大不大。哦，所以他的现金流量是比他的那个比他的税后净利多出50倍。那这样的一个公司，他当然价值如果就损益表来看的话，它是严重被低估的啊。所以我们在这边来讲的话，现金流量的一个大小，可能对于股东跟债权人的意义可能会比较高一点啊。这也就是为什么亚马逊网络书店它的股价可以在外观上看起来可以那么的好啊。那我们刚才跟各位讲了一下基本财务报表、资产负债表跟损益表的大致上的状况。那我们说现金流量表，其实它在目前的一个一般企业者的一个重要性来讲是越显的重要。 OK 那所以我们刚才有讲过就是说有些公司虽然它税后净利不是很高，但是如果说它的那个所谓的一个自由现金流量什么叫自由现金流量，这个可能我们到那个资本结构那一章的话也会跟各位再 define 那原则上来讲，它就是由营运而来的现金流量，然后再减掉一个固定资产的一个投资所需要的配备之后，所剩下来公司可以自由运作的现金流量现在是非常多的企业跟非常多的证券分析师都觉得这一部分是非常重要的好，那我们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通常一个企业从他出生一直到他成熟长大，他事实上会经历不同的一个阶段。那在某一个在任何一个阶段来讲的话，它所呈现出来现金流量的形态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我们说刚出生期来讲，刚出生的一个企业其实我一直在 follow 那个 amazon.com 就是亚马逊网络书店，它刚开始成立的时候它花了非常多的固定支出我们刚才所讲盖仓库啦，或是设置那些电脑必要的一个设备，然后他很可能刚开始卖书的时候他的营业量也不够大，然后亚马逊网络书店呢，他的 business model 就是说让人家到网站上面买书要比在实体书店买书要便宜，要不然如果没有这样的条件的话，人们很可能不会改变他的一个买书的习惯，所以他一刚开始的时候是亏损在经营的那各位可以想象得到，就一刚开始的时候又是亏损，然后要做很多的一个投资的支出，所以他没有办法由营运产生现金流量，所以只能用融资就大量去发行股票啦，或是去借款，然后来支援他的投资跟那个营运的亏损。那等到他到某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他营运慢慢有起色，可是营运慢慢有起色，可是他可能固定支出还是需要去配置。各位当然知道，就是说你那个一旦公司如果步入一个快速成长期来讲的话，那也就是说你的 business model 的成功你的竞争对手也看到了，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很可能要尽可能的在安全的前提之下尽可能去扩充所以扩充就是说希望那些那个犹豫不定的消费者不要跑到顾客那里，不要跑到竞争对手那里，而跑到我这边那所以呢它的固定支出还很大。那我觉得像现在来讲的话，就是 Amazon.com 的一个成熟期、收割期，也就是说它前端所做的固定支出目前还在产生大量的折旧费用，但是它未来要再做的固定支出就已经不是那么的大当你如果折旧费用大于你未来的固定支出的一个支出的话，那你就会产生大量的所谓的自由现金流量
哦，那目前亚马逊网络书店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它的股价涨得非常高。因为所谓的自由现金流量，就是债权人跟股东可以自由分配的现金流量，所以自由现金流量高的话，代表成为它的股东未来可分配的那种那个股利呢，或是成长的空间是非常的大的。好，好，那在这边我们再简单的讲一下，因为我们说这个，我们希望这堂课是把会计跟财务所学的东西，然后能够适当的很有逻辑的连接到其他管理的领域里面。那我们在这边我们必须要跟各位讲，就是说最近十几年，包括我们讲过，就全世界最好的公司可能是苹果，那全台湾最好的公司很可能是台积电，那这两家公司都不约而同的在他们的财务报表上面保留非常大量的现金。那他为什么要保留这么大量的现金？因为我们台积电的经营者，台积电的一些财务方面的主管，他会告诉你，我们不仅要保留这么大的现金流量，而且我们必须要让我们的客户知道，我们这些现金流量完全不做财务操作。我们刚才有讲说，你那1000亿的现金流量，我如果拿去做财务操作，去买基金啊，买什么股票啦，然后1000亿的话，一年搞不好可以赚一个50亿，对不对？那为什么不这样做？他为的就是说，因为他的经营的模式里面，台积电是帮所有的全世界最重要的电子的一个生产者，然后帮他们做晶片半导体 ，OK， 做微处理器，做各种样的一个晶片。那也就是说，他是任何一家全世界最重要的电脑厂商啊、手机厂商的一个供应链的一部分。如果说今天台积电他不务正业去做财务操作，如果因为财务操作产生大量亏损，他所影响到是全球的电子供应的一个供应链的稳定性。所以他今天第一个，他要保持1000亿的一个台币的一个资金现金放在财务报表上面，他第一个要让人家知道，台积电如果因为景气有任何的起伏产生亏损或怎么样的话，第一个，它的营运不会中断，它的营运不会中断，因为它有大量的现金在那里，所以它亏一年、亏两年，它营运不会中断。更何况它每年都在赚钱，所以它现金部位越来越高。第二个来讲的话，你要知道台积电在全世界有没有竞争对手？当然有，三星啊，或是其他的一些慢慢有一些专业晶圆代工也慢慢在出来的。这些晶圆代工厂，它有没有办法去跟它做销价竞争？去抢单有没有？也有可能，那如果台积电碰到这样的一个销价竞争的话，他如果手头上有1000多亿的子弹在那边，他可以跟你做非常耐久的一个战争。他说你要销价没有问题，我也可以销价，看谁的子弹多。OK， 第三个来讲，我们当然也都知道，就是说今天在处在一个接单的一个经济里面，今天你如果接很大的单，你不会把单子往外推，尽管你的产能已经超过100%，你会不会把你的单子往外推？不会，你会迅速的想办法增加产能，因为你要知道，这单子如果一旦往外推的话，他下回就不会再找你了。OK， 所以站在台积电的立场，他随时有可能会扩充产能或是怎么样。那如果有那些需求的时候，他可能随时要在市面上去找一些可能经营比较不好的生产线，然后把它买过来扩充自己的生产线。 OK， 也随时可能要去投资，比如说像最近几年台积电做得很好，它马上就要发展20奈米的一个生产制程，因为它的28奈米事实上是目前来讲应该是最量化最经济规模的一个，那已经做得很好，所以他知道说他如果投资更精密的20奈米的话，很可能以后也会有好的结果，所以他现在也要投资几百亿美金去盖20奈米的工厂。所以呢，现金流量跟企业在目前的竞争优势来讲，它是非常有密切关联的然后我们也说，如果它有很大的一个现金流量的话，它可以维持现金股利的稳定性因为我们上礼拜也跟各位讲过，非常多的一个投资人，他是来自法人退休金或是共同基金。
那他们在投资的一个 选股的要件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就是说希望他的现金股利能够非常稳定哦，因为站在基金管理人或退休金的管理人的一个立场上面，他们需要稳定的股利收入去支应他们的开销，支应他们的一个支出哦，所以这对他们来讲是重要的哦。那当然我们也有可能以少了一个字，打字打到一半，我们也以企业内部的资金投资未来的成长哦，投资未来成长。那事实上各位要知道，像苹果它上个礼拜推出iPhone5 哦，那这个 iPhone5 呢，它在推出之前，世界上有没有人知道它的规格是怎么样？没有人知道哦。那你说你要投资这个 iPhone5， 你应该要去跟银行借钱啊，或是要去跟投资银行筹资啊，因为你要推出一个新的商品，你要花多少时间？第一个要去研发，第二个呢，你要去布置你的供应链，那这些东西都是花很多很多很大的钱的。如果说你今天手头上有现金的话，你可以在做这些事情的过程当中完全不需要去筹措资金，所以你的债权人或是你未来在资本市场上面的一个投资人完全都不会知道说所谓的 iPhone5 在做什么，因为它完全就靠自有的资金把这个产品研发布置生产线供应线都布置完成了，它完全不用把资讯揭露出来哦。所以呢，我们今天有非常多的一个公司，他会认为说他维持现金的部位事实上就是让他拥有一个很好的竞争优势哦，因为他不用为了筹措资金而把自己目前正在开发的新产品揭露到市场上面。 OK， 那当然有非常大的现金流量跟企业的偿债跟履约需求的安全当然也是很重要的。好，那我们看了三大财务报表，三大财务报表损益表、资产负债表跟现金流量表，那这三大报表呢，原则上来讲提供所谓的财务报表使用者或是所谓的分析师只是一个部分的资讯啊。什么叫部分的资讯呢？就好像你今天去做体检啊，我们今天会去检查你的血压、你的什么血液的一些指数，然后去看一些你的身体的一些表现。那当然年轻人跟年纪比较大的人，他可能在数字上面哦，一些血压的一个要求可能不太一样哦，然后一些血液的数字的需求也是不太一样。那所以呢，我们今天说好，财务报表就跟你的体检报告初步的报告一样。那至于这家公司到底健不健康、正不正常，然后相对于其他的那个同年龄的人来讲的话，他是表现得好还是表现不好，可能我们是无从知道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去做一个比较啊。那你如果要比较 A 公司比较 B 公司，你不能就随便拿来比较，对不对？你能不能拿台积电跟什么中钢去比较？很难比较，第一个他卖的东西完全不一样，他的产业特质也不一样，对不对？他的竞争对手也不一样，所以你拿中钢的毛利率跟台积电的毛利率去比，公不公平？当然不公平。OK 哦，那你拿那个什么五星级的精华饭店跟什么我们街头的小吃来比较，公不公平？也不公平哦，很多的数字都不在同一个范围里面，那你如何去比较 ？OK，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说，我们会想办法用一些工具，那这种工具当然不是全然万能的哦，因为有很多的工具，可能他原先设计的目的跟他今天所呈现出来的形式都超乎原先的一个状况啊。我们举例来讲，我们以前的那个认为说那个流动比例啊，那当然各位学会计的人知道流动比例是什么，就流动资产比上流动负债。那流动资产比上流动负债，我们说我们这比流动比例的话是希望说流动比例只要大于一就好，对不对啊？就是说一年以内必须要用现金偿还的债，跟一年以内会转变为现金的资产，然后我们拿资产去比负债，我们希望说那为了偿债安全，我们希望流动比例至少要大于一，
那有些时候我们说大于可能还不够，要稍微大一点。可是你如果去统计一下，全台湾的上市上柜公司的流动比例平均值是多少？能超过200。那超过200的意思在哪里？难道我们需要200倍的流动资产去保护那个一倍的那个流动负债吗？当然不是，因为我们后来发现大家对现金跟短期投资，我们台湾的上市上柜公司买了很多股票，短期投资部位非常的大。 OK， 那他可能设置那些流动资产的目的可能不在于偿债，他很可能有其他的考量。 OK， 所以我们说我们会用财务比例分析，我们会把传统经典的财务比例跟各位介绍，然后但是它的使用来讲的话，各位就要知道说其实年代不太一样，这个财务比例的一个使用跟它的解读可能稍微也会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先是把教科书的东西稍微拿来讲，那我们如果有机会的话就把这些比例跟各位报告一下它有什么新的一个含义。那我们在这边，所以财务比例就是拿财务报表的一个数字去除以另外一个数字。OK， 有些数字是来自同一个财务报表，有些数字是来自不同的财务报表。OK， 那之所以要做这种的一个比例的比较，就是说希望由两个财务数字相除，然后两个财务数字相除，事实上可以解决一些比较上的问题。比如我们刚才讲说，你要拿五星级饭店跟一个小吃摊来比，那我说五星级的饭店，它每年赚好几亿，小吃摊每年赚几百万，那你会讲说，那当然五星级饭店好啊，他赚好几亿，对不对？可是你想说，哎，五星级饭店它的资产多大？小吃店的话资产可能很小，那到底哪一家店做得好？其实我们也不知道，所以我们要去除一除。如果说你把赚的钱跟你的资产规模相除一下的话，那就不一定五星级的饭店表现比小吃店要好，对不对？那为什么要相除呢？就是让两个东西，两家公司可以站在一个可比较的基础上面，所以我们就会去除一个财务比例。OK， 好，那我们弄到财务比例的分析有两种做法。一种做法的话，就是说将同一个产业的竞争对手，或是你认为可知比较的双方，然后去比较它的财务比例。就像我们刚才说讲，五星级饭店跟小吃店，我们假设它都是属于饮食业来讲的话。那你就可以看到小吃店表现比较好，还是五星级饭店表现比较好。它不太可能是竞争对手，但是它可能就是可知比较的一个对象。OK， 所以它是一个横断面的比较，就是比较 competitors。那第二个来讲的话是时间数列上面的比较，同一家公司，我看不同的时点，看不同的时点，就是五年前这家公司他的获利情况好不好，然后三年前，然后再有今年他的表现有没有逐渐改善，有没有逐渐增加，有没有逐渐恶化。那这些东西当然就是说你为了去看看这家公司他到底往哪里走，你就会去看那些数字，对不对？像我们最近常常大家有在讲说，那个台湾的那个大学新鲜人出去找工作的时候，薪水跟15年以前比较并没有增加。 OK， 那这样的比较是什么？是时间数列上面的比较，他比较15年前，比较10年前，比较今天，然后你发现就是说薪水的水准还是在原步踏步那比较一下说，哎，其他的国家10年前跟今天是不是有改善。那如果说这样比较之下的话，你会发现就是说的的确确我们的薪资水准真的表现不太好，那我们有没有合理的解释？因为现象是一个现象，但是如果有好的解释，那很可能这个国家并不一定有太大的问题。如果没有很好的解释，那我们就必须要接受一个结果，就是说我们做的并不好，那我们能不能改善现在的状况？OK， 所以我们会有时间数列的一个分析，就是比较同一个个体它在不同的时点的表现，那它到底表现的好还是表现的不好。那财务比例的分析呢，我们必须要讲，会去看到财务报表的人，会去使用财务报表分析的人，可能他的目的都不太一样，
所以他要做的财务比率分析就不一定一样。如果你今天是一个买股票的投资人，你要从财务报表看的东西，跟你跟一家银行要借钱给这一家公司所要看的东西不太一样，对不对？哦，债权人跟投资人要看的这个东西不太一样。我们举例来讲，债权人很可能要看的就是说，你到底有没有能力还我的本金跟利息 ？OK， 那如果投资人的话，你就要看看说这家公司它有没有未来长期上产生盈余的能力。好，各位要注意到，你如果是一个股票投资人，你不在乎他现在赚不赚钱，你在乎他以后会不会赚钱。那很多时候你去买这家公司股票的时候，很可能他当时不赚钱，那你说你为什么会买不赚钱的股票？因为不赚钱的股票股价可能就会比较低一点啊，你要能够判断说他未来要不要赚钱哦，所以你趁着他股价比较低的时候买进去，那等他未来赚钱的时候你再把股票卖掉，那你就可以赚取差价，对不对？哦，那站在债权人来讲的话，他也可能不一定看他赚不赚钱。通常最赚钱的公司会不会跑进银行借钱？你说苹果有没有跑进银行借钱？并没有。OK， 所以呢，通常会去借钱的，一定是目前的财务状况不一定是最好的状况。哦，就好像我们说亚马逊网络书店，他很可能一刚开始还有亏损的时候，他要做大量的投资，他可能就要去筹资哦。那筹资不一定要去举债，那但是他就要筹资，所以需要钱的人就是应该是条件上面稍微比较不是那么完美的人，所以你也不能只挑说哦，我要来跟我银行借钱的就只能台积电啊，就只能那个苹果啊，因为那些是模范生，那我只借钱给模范生。那你如果真的银行只借钱给模范生的话，那你大概会饿肚子哦。那最好借钱的人就像各位这些人，为什么？因为像我们这些教授，如果说我们去刷信用卡，那我们刷信用卡这个月刷的卡，下个月我们钱就还了，他赚不赚，赚得到赚不到利息，赚不到利息，所以他们就要赚利息的一个立场来的话，他会希望说最好就是像你们台大的这些大学生。为什么？因为你们现在不一定有当期的所得，所以你们去买电脑啦或是做什么东西，你们会刷卡，那你们会用到他的循环信用。但是台大的学生可能未来就业啦或是拿到薪水的可能性会比较好一点，所以你们可能会用一段时间的循环信用，但是 eventually 你们还是还得了钱，不会是还不了钱，因为还不了钱他信用卡公司银行也会亏钱，所以他也不希望你还不了钱，他也不希望你还钱还得太快，因为他就赚不了你的利息哦。所以今天站在那个债权人的立场，他会希望说你不是完全不会有风险，因为完全不会有风险的人，你到银行去借钱利息也会太低了。 就算今天台积电跑到银行去借钱，其实他们不见得会是欢迎的，因为台积电去借钱他的利率是非常非常低，他赚不到利差。 OK， 但是他还是会做台积电，原因就是说我希望跟你保持一点金融方面的关系，看看你以后会不会把其他的金融交易交给我做啊，比如说避险啊，或者比如说投资方面的需求。 OK， 所以他们很可能就是借着这个借贷的一个关系去发展其他金融方面的交易关系哦。所以从财务报表上面要看的东西可能就完全不太一样哦。但是我们大致上认为说财务分析一定会包括这四项。第一个是流动性分析，流动性分析啊，就是判断一家企业短期偿债能力的好坏。那第二个是安全性的分析，安全性的分析就是说，因为流动性的分析是牵涉到流动资产跟流动负债的相互的一个位置。那各位如果学会计的人，你应该知道这个流动资产跟流动负债高低是有季节性的，淡季跟旺季流动资产跟流动负债的情形就会非常不一样。那你如果要看出一家公司比较恒常性的一个财务杠杆跟举债行为，就是要从这个安全性的分析哦，就看比较稳定的长期的举债比例是多少哦，不会受流动资产跟流动负债
因为淡旺季的一个关系的影响，我们看比较长期的一个负债的一个状况。那第三个呢是获利性，公司到底赚不赚钱，公司到底赚不赚钱，获利性的分析。然后第四类的话就资产效率，或是周转率。那我们刚才有跟各位讲过，我们说有些公司它如果有低成本领导的竞争优势的话，它可能会把它商品的价格降价，那商品的价格降价就会让它的毛利率或是获利率就不是那么的好。那不是那么好，它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它会增加它的周转率，所谓的周转率就是让它资产在相同的时间里面它的 turnover 的次数是比较多的。那这样有什么好处呢？我们等一下会秀给大家看，它的好处就会让你在同一段时间里面资产被利用的次数比较多。那也就是说就好像一家餐厅，你的座位是固定的，如果说你有十张桌子，那每一张桌子一个晚上只卖一个客人的话，那你只卖十份餐点。如果每一张桌子一个晚上卖 五个客人的话，那你就卖五十份餐点。那固定资产是一样十个座位，但是你就可以卖五次，那所以呢我们的资产周转率事实上在讲的就是说，你用同样的固定资产，但是你创造出来的销货是比较大的，所以周转率就会比较大一点，所以我们要看一个公司到底做得好不好，不能只单纯看获利性，也要看看它的资产的周转率。好，那其实我们等一下会比较强调的是后面那两种比例，获利性分析跟周转率的分析。但是我们在这边还是要跟各位讲一讲，就把它弄成一个很完整的一个解释。那所以在这个前面两个财务比例呢，我们稍微花的时间就少一点，比较简要来讲。因为我相信你们在初会或是其他的一个场合里面应该会学过同样的财务比例的分析，那我们第一个来看短期偿债能力。那在我们的资产负债表里面，我们定义我们流动性的负债，就是说一年以内必须要用现金去偿还的负债叫流动负债。那我们的流动性资产，所以一年以内必须能够转换为现金的资产叫做流动性的资产。好，那我们流动性的资产当然包含现金、有价证券、应收账款还有存货，当然还有其他一些比较小的科目，大致上就是这四个科目比较大一点。 OK， 那我们的流动负债呢，大致上就是有一些应计负债，就是什么那个应付的租金啊、应付的薪资那种应计负债，还有应付账款，还有应付票据，应付票据就是短期你跑到银行去借的周转金，叫应付票据，那这三种短期的负债里面，真的那个需要付利息的大概就应付票据，要付利息，好，那所以我们这边呢要来看的就是说，好，我们的流动负债是一年里面要用现金偿还的负债，我们的流动资产是一年以内可以转换为现金的资产，所以我们很可能会觉得就是说理所当然的，我们如果拿到资产负债表，我们第一个去看说那一年里面要去偿还负债到底有多少，那我一年里面能够转换为现金的资产有多少，去比较它的大小，所以呢我们第一个就是用净营运资金，这是绝对值的数字，就看看我流动资产比流动负债大多少。 OK， 那这个东西当然我们会觉得它有很多的瑕疵，那瑕疵之一就是说它没有考虑到公司规模的要素，我们刚才有讲说如果比较小吃摊跟五星级大饭店，那你说我的小吃摊的流动资产比流动负债大100万，然后五星级饭店呢流动资产比流动负债大10亿，那你觉得就是说哪一家公司短期负债能力比较好？无从比较起，你看那个差额无从比较起，因为它规模的因素没有被考量在里面，所以呢我们通常来讲说有，我们财务管理里面会常常用到净营运资金这个概念，但是这个概念呢没有办法让我们有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意思表达，
没有办法知道说他短期偿债能力到底是不是真的很好，因为我们要做比较，所以我们有规模大小的一个公司要比较的话，只看这个数字可能不太合理。所以我们绝大部分的教科书第一个跟各位讲的就是说，那我们来看一下流动比例。流动比率的话就是流动资产除以流动负债，我们说我们流动资产是流动负债的多少倍，当你把这两个数字相除的以后，可能自然而然就解决我们刚才所讲比较的双方规模不同所产生的差异，对不对？你不管五星级的大饭店或是街头的小吃店，你把它流动资产比上流动负债，你看看说你的流动资产是你流动负债的多少倍，那应该就比较合理一点，对不对？那所以流动资产比上流动负债，那我们刚才也跟各位讲过，所以比流动资产流动负债好像意义上就觉得说，只要流动资产比流动负债大到某一定的程度，那短期偿债应该没有问题。所以我们也刚才跟各位讲，如果你把上市上柜公司流动资产比较流动负债，你很可能看到非常多倍，它已经超过我们原先所说的，就是说看看短期负债有没有那个被支付的可能性，它可能会，让你会觉得就是说，那干嘛留那么多的倍数？那这个东西就要看我们刚才所讲，就是说。其实很多的公司就保持很大量的现金，它是为了未来发展所用，是未来的一个竞争优势所保留的一些现金部位。所以这个东西也不是说多倍就不好，那也不是说很少就一定也不好。那你要看看说它当地的时空背景是什么。好，那我们在看流动比例的时候，如果说我们仍然把我们的主题放在说短期负债的偿债能力好不好这样的一个故事来讲的话，那你一定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流动资产里面，我们刚才说流动资产的四个大宗就是现金、有价证券、应收账款跟我们的存货。那你一定会发现就是说，有些时候存货转变为现金的速度跟有些时候存货它的净实现价值可能都有很大的争议跟问题存在。好，我们举例来讲，今天我们有很多的营建商，那它的存货是什么？就是空屋。好，那我们的定义，就是说那个行业的一个惯例，就会把那个营建商所盖的房子叫做存货。那存货呢，有些时候它并不会在十二个月里面转变为现金，可是你的流动负债一定在十二个月里面一定会到期，对不对？我们的空屋可能平均卖出去的时间点可能要超过十二个月都有，尤其像现在经济不是那么景气，然后政府又有点打房，所以房子就卖得比较不好，那你能够期待它在十二个月以内转为现金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的存货就算是有些存货真的是卖不掉的，有些存货如果真的要卖掉的话，它的净实现价值也会有很大的问题。那我们举例来讲，我们现在的那个电池厂商，如果你现在还有 iPhone， 现在出来要 iPhone 5嘛，对不对？你如果现在还有 iPhone 4的手机，甚至比 iPhone 4还要早的手机，你会怎么样？遭遇到什么样的问题？第一个，你可能真的要卖掉的话，要降价以求，对不对？这样打非常大的折扣，那你有可能卖不出去，对不对？可是你如果你还有那么多的 iPhone 3、iPhone 2的手机在那里的话，那你要怎么办？就净实现价值会有问题。那当然并不是每个行业的存货都有类似的问题，但在电池厂商来讲，它就可能有这个问题。好，所以如果你现在要衡量说一个公司的流动资产能不能 cover 流动负债到期时候是支付义务，那你今天存货在某一些行业来讲就会有这么多的 question， 营建业也会有，然后 有一些那个科技商品的存货也会有问题，这有问题并不代表说它绝对带不了现金流量，而是它带来现金流量的一个时机跟品质可能不是如同你的想象，或是说它很可能会造成一些 noise，
一些杂音，很可能你如果把存货计算在内的话，很可能容易做出错误的判断哦。所以因此呢，我们就有一些产业为了让这个存货不要带来太大的 noise， 太大的杂音，我们很可能就要把它排除在外哦。其实存货不管它是怎么样存货，它可能都可能在这未来的一年里面带来一些现金流量，而只是说它带来现金流的大小是不是你原先想象那么多哦。啊，因为避免这样的一个衡量上面的不精准，所以有些行业就说，那我们就把衡量精准的部位拿出来就好了，所以我们就有个速动资产哦。那 by definition 你就不一定速动资产就一定要大于一啊，因为我们说存货还是能够带来现金流，只不过说它的 noise 比较多一点哦，所以你就不会要求说那个一定要大于一哈。好，那还是有些人会觉得说这样的比例还是不好，因为你要看一家公司能不能还债，你不能只看他现在手头上有的，对不对？我们如果说你们是大四的学生，好，我们假设你 每个人都有一个资产负债表，那你就说大四的学生，我现在负债是多少，我现在资产是多少，你很可能就快要破产。可是你有可能大四毕业以后，那你就找到一个很好的工作，然后你可以带来很大的现金流量。所以你现在尽管说你欠信用卡公司5万块、10万块，可能呢你在开始工作以后有所得以后，那你就自然而然就能够付得掉哦。所以我们就突然看到说哦，原来我们在前面的几个财务比例的衡量上面没有去考量到说它产生收入的能力或产生那个现金流量的能力。 OK， 比如来讲哦，我们这边来讲，我们这边呢就有一个现金跟现金约当量加上营运现金流量除以负债流动负债的大小。就好像我说好，如果拿陈老师来当做一个例子来讲，如果说陈老师明年一年我要交房贷跟交一些保险费的一个支出，就当做我的流动负债，我们假设是40万左右，好，40万好了。那你看说，哎，陈老师的流动资产，我假设我银行存折有100万 ，OK， 那你说啊，陈老师的那个流动负债是40万，流动资产是100万，那所以是2.5倍就好了 ，OK。可是这样好像忽略掉一件事情，陈老师有可能明年一整年还会领薪水啊，对不对？所以他能够在未来一年里面去偿负债的资源，不只是说他银行存款上的存折而已，他明年一整年很可能从台大这边可以领到多少的薪水也要算进去。所以你看哦，除了我手头上的现金跟约当量以后，我要把下一个年度营运而来的现金流量，就是我的薪水加进去，然后再比较我的流动负债，那这样会不会是另外一种指标哦？也是另外一种指标哈。那唯一可能会产生比较大的疑问就是说，陈老师明年要赚多少钱？因为这是明年要还的钱嘛，所以我这个营运的现金流量应该是下个年度的，因为现在这个上一个会计年度的现金流量已经跑到这里来了嘛，对不对？哦，我去年所赚的钱应该已经在存折里面，所以我要知道是下一个会计年度哈。哦，那对我来讲的话其实还蛮容易预测的啊，因为你们老早就知道公务人员今年不调薪嘛，所以我下一个年度所要赚的钱跟上一个年度所要赚的钱几乎是一样，除非我在某个地方买到乐透赚了一笔更大笔的钱，要不然的话我明年的薪水跟今年的薪水应该就差不了多少哦。所以你要使用这个比例的时候要小心，你要有一些经营环境很稳定的公司你可以用这个比例哦。经营环境很稳定就像公务人员一样，每年薪水几乎都一样，那你说如果拿台积电啊或是拿什么宏达电，那你很可能就会想说这个比例可能就不是那么精准。为什么？因为他们的营运的环境是比较变化多端的，今年赚多少钱有多少现金流量，明年不一定会有那么多。OK， 所以用这个比率的时候，不见得是所有的公司都能够使用这样的比率。好，
那我刚才衡量的是短期偿债能力，短期偿债能力事实上很重要，因为一定短期的负债如果跳票，银行的支票跳票的话，在非常多的金融机构来讲，就等于是冰山的一角，因为你跳票很可能一张支票可能就是50万、100万，那你如果连50万跟100万的支票都没有办法就去 manage 的很好的话，那代表这个公司很可能出了很大的问题，所以它是冰山的一角显现出来的，所以短期的偿债能力当然我们需要去看它，那但是就偿债能力来讲的话，我们刚才有讲过了，流动资产跟流动负债它是有季节性的，那我们的财务报表呢，现在几乎所有的上市上市公司财务报表都是定为12月31号，12月31号对某些行业来讲可能是淡季，可能是旺季，所以你在财务报表上面看到的流动资产跟流动负债可能看到是有意义的数字，有可能看到是没有意义的数字。 OK， 那如果刚好碰到淡季的话，那一点就没有太大的意义，那所以呢，我们就说你要看一家公司在融资行为上面它到底安不安全，可能要看的就是比较整体性的或是比较长期性的，看到的是一种恒长性的一个义务跟恒长性的一个资金的比率，所以我们通常来讲还是会去衡量所谓的举债比率。这个举债比率呢，或是说我们衡量安全性，大致上有两个主要的一个看法。第一个看法就是纯粹就静态的一个眼光来看，所以静态的眼光就是说，我今天先不管这家公司会不会赚钱，我是纯粹只是衡量它资产负债表上面负债占资产或是负债跟业主权益的比率，各位要知道，如果说很会赚钱的人，他负债如果稍微高一点 OK 啦，我们常常会看到就是说那个收入很高的那一些那个运动职业运动家 OK 职业运动员，他常常就去买很大的豪宅，然后买非常名贵的轿车，那尽管就是说他今年才刚从大学毕业，他怎么住得起豪宅，他怎么可以开得起名车，那你一定会想就是说他每年光要企业赞助费啦，或是从他薪水就可以拿到很多，至少未来有10年，所以他用这样的一个高举债去做这件事情可能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对你我来讲我们可能就有问题，对不对，所以我们先第一个，我们先摒除掉那些我到底会不会赚钱这件事情来，我们先去看一些静态的比率。这静态的比率呢，就是看一看说，好，我们第一个是总负债比率，就把资产负债表上面的总负债除以总资产，这个负债比率大概就是目前来讲使用最多的，使用最多的。好，那你看一下，总负债除以总资产，这中间在分子来讲，我们说总负债呢，那当然有包含流动负债，包含长期负债，那总资产呢，当然有流动资产还有什么固定资产，对不对，那所以呢，我们如果说我们想要看的是我们所有的，应该是这样讲，流动负债本身是一个季节性非常高的一个东西。我们刚才有讲说，任何一个行业可能在12月31号的时候，有可能是旺季，有可能是淡季。那我们为了让我们的流动负债不要去产生那个干扰作用，所以我们就把那个分子跟分母的流动性的负债就拿掉，因为总资产呢等于总资产等于负债加业主权益嘛，然后我们的负债呢就是流动负债加长期负债，所以我们就把分子跟分母各自剔除掉流动负债，各自剔除掉流动负债，那你就可以看得出来，我们的分子，就是长期负债，那我们的分母就是长期负债加业主权益，那这两个分子跟分母这两个数字都是长期资金的来源，长期资金的来源，所以呢，我们在这边就可以看说，
一家公司在融资行为上面比较恒常性的一个表现，哦，不受波动性的流动负债的影响，恒常性的表现，那你就可以看出来它的一个负债的状况。OK， 当然有一些人会去衡量第三个比例，叫做负债对股东权益的比率。哦，负债对股东权益的比率。那负债对股东权益的比例呢？它到底衡量什么？各位要知道，股东权益，你如果把自己的眼光放在资产负债表上面，我说我的资产是100块，我的负债是60块，我的股东权益是10块。OK， 那我们通常来讲，公司如果做得不好，会产生亏损，亏损会从哪边亏？亏损的话，业主权益会减少嘛，然后呢，资产也会减少，对不对？所以我们说，如果要保障债权能够100%可以得到它的补偿的话，那你想想看，债权是60块钱，那资产是100块，所以如果说只要资产减损的部分是在40块钱以内的话，那我的债权人就可以100%得到保障。所以这个40块呢，就等于我们资产可以，就是股东权益的部分，就我们只要资产的减损是在40元里面的话，那我60元的债权就可以得到100%的保障。所以呢，你这个总负债对股东权益，那这个我们在财务管理里面常常会用到这个比例，这个比例有些时候我们把它叫做财务杠杆比率。OK， 财务杠杆比率，哦，就是借来的钱比自己出资的比率，就财务杠杆比率。那这个比率呢，事实上是看你现在负的债跟你现在所能够有一个叠加的一个保障，哦，比如说我们刚才所讲的60块对40块，也就是说你用40块的股东权益去保障60块的负债的范围。 OK， 只要叠加的损失在40块钱以内的话，那我的60块都有100%的保障。那今天如果说业主权益越来越高，高一点的话，那是不是对我的保障越来越好，对不对？哦，所以在这边来讲的话，就是你去衡量企业长期偿债能力的一个脉络，这是比较静态分析的。我们说静态分析并不代表全然可以讲出来这个公司在举债方面到底安不安全的一个概念，哦，因为我们还要在什么看这个公司的偿债能力好不好。如果说，哦，我跟别人借了多少钱，但是以我的收入来讲，这些钱根本不是问题，哦，那这样子来讲的话，我的举债其实也没有那么不安全，对不对？我们举例来讲，哦，我们说一般来讲台湾的企业可能平均来讲举债比例大概就是20%-30%中间，可是你可能会看到一些公司，比如说如果有一家正常的台电公司来讲的话，各位要知道台电公司的举债比例高不高？高。 OK， 那它高当然有很多种理由，因为它理论上它应该是一个一定会赚钱的公司。 OK， 可是它现在弄得不赚钱，这是有很复杂的 story 在后面，我们先不来讲。因为电力公司这种公司一定会赚钱，原因在哪里？我们怎么样去决定电价？我们是把发电成本跟公司的所有的融资成本都算成一个成本以后，再加上一定的正常报酬率，就等于电价。 OK， 所以理论上用我们目前的电价去卖电，扣除掉必要的成本，一定有一个正常的获利，所以它一定会赚钱。OK， 那融资成本老早就算在里面，所以它一定会赚钱，所以它是一个非常稳定的企业。因为全台湾就只有一家公司在卖电，那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说我不要电，我不买电，几乎不可能。生产事业啦，交通事业啦，任何事业都要，包括学校也需要用电，所以我们逃不了，每天的用电量也很稳定，所以呢它是一定要赚钱的。那这个一定要赚钱的，它需不需要去收股票，哦，卖股票去收资金？他当然不需要，因为我们刚才讲，哦，权益资金的成本是比较贵的，然后呢债务资金的成本是比较便宜的。那以台电如果要到银行团去借钱，比如说我们整个合适
尽管到目前已经搞了十几年，然后用了几千亿的资金，但全部的资金都是举债而来的。OK， 莫名其妙，那边就是亏空一个很大的来源，还没有创造任何一块钱的一个收入，已经合适已经搞了非常久，然后那个合适的资金成本啊，什么东西都是从电费里面出。那你会讲说，合适没有发任何一度电，那资金成本还是从我们的电费出，怪不得台电现在会亏钱啊、哦，因为你如果说没有合适那一件事情，就现有的电厂发的电的成本，然后来卖电价的话，就不会有那么大的问题。所以为什么台电说它不赚钱亏本，然后我们民众又觉得电价贵，差别就在那里啊、哦、啊！我们很短的时间把这两个东西讲完啊、哦，我们再下课。所以我们呢要看说一家公司它到底举债的幅度会不会构成这个经营上面的一个危险。其实第二个 dimension 你要去看的就是说，这家公司每年所创造出来盈税前盈余相对于它的利息。各位如果回到我们刚才损益表上面，我们损益表的话是从营业上的盈余去减利息费用，对不对？所以在减利息费用之前的营业上的盈余来相比我利息费用的负担，对不对、哦、所以呢营业上的盈余，我们有些公司当然在它损益表上面一眼就可以看到营业上的盈余，有些公司的损益表它不见得有营业盈余这个数字、哦、你们或许有看过有些公司的损益表，它把所有的费用所有的那个收入加起来就总收入，所有的费用加起来包括所得税费用全部加起来叫做总费用，总收入减掉总费用就是税后净利。那如果那样子的话，你在它的损益表上面就看不到营业盈余这个数字，所以我们就要把它还原、哦、还原的话就从税后净利，各位想想看，税后净利加上利息是不是叫税税后净利加上所得税是不是叫税前净利，那加完所得税以后再把利息费用加回去就叫税息前盈余，税前盈余就是我们营业上的盈余、哦、所以你就把那三个数字加起来相比利息费用、哦、就是说我在付利息之前我有多少营业上的盈余、哦、如果付利息之前我是100块，利息只有10块钱的负担，那你会觉得就是说，那对我来讲我营业上盈余是100块，我利息负担只有10块，所以还不出来10块钱利息的几率是非常低的、哦、那你就可以从这个利息保障倍数就可以看出来，就是说我对我的利息的负担我10倍的保障，所以我当然是公司很健康、哦、那当然学很多会计的人大家就会知道，就是说有税后净利的不代表它会有什么现金流量，所以有些公司如果比较会去做假账的话，他可能有很高的税后净利，但是他没有现金，那对债权人来讲他concern的当然是比较concern现金支付利息的能力，所以他就会把税后净利把它改变为营运而来的现金流量，所以呢也有人会用现金流量利息的保障倍数来看一家公司支付利息的能力、哦、那我们绝大部分的公司如果说你的利息保障倍数有到5到6倍，然后你的举债比例不是太高的话，我们通常来讲就是说你常常会去看说有一些公司它有3个 A 的信用品质，2个 A 的信用品质，那取决于他们是3个 A 或2个 A， 很大的一个要素就是利息保障倍数高不高。 OK、哦，那这是企业长期的偿债能力。那我们刚才已经跟各位讲过，我们事实上会把我们的分析重点放在这里，那我们主要的一个考量是怎么样，就好像说我们上礼拜一直在强调说这个经理人的目的在追求股东价值的最大化，那我们觉得就是说这个股东价值的最大化这个概念事实上是蛮模糊的，那我们等一下会利用一个工具把这个所谓的股东价值最大化的这个比较抽象的目标，然后具体落实到各位刚才所学到的财务报表的一些资讯，然后让你可以
如果说你当一个分析师，那你到市场上面，你想分析苹果、宏达电、Google， 或是其他的竞争厂商，或是亚马逊，你想要分析一下说，为什么这家公司股价会高，股东的权益报酬率会高，它的理由在哪里？哦，它是到底是因为说它有所谓产品竞争化的竞争优势吗？还是它有低成本的领导的竞争优势？它到底是什么地方来让它的绩效比别人好，来让它的股价高？哦，那这些来讲的话就会比较具体一点。哦，那所以啊，我们其实这个章节我们把它定的题目叫企业目的，然后财务绩效跟竞争优势之间的关系。哦，所谓的企业目的是在追求股东价值的最大化，那我们怎么样具体落实追求股东价值的最大化，我们应该做怎么样的条件？哦，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把一些财务绩效的目标跟各位叙说一下，然后呢把这些目标讲完了以后，我们再把它彼此之间的一个关系，哦，消长之间的关系，然后跟各位报告。好，那我们接下来要看的第三大类的财务比例就是获利性。哦，获利性的指标大致上有两种。哦，就是说公司到底有没有赚钱。那我们到目前为止有两大类的财务比例去看公司有没有赚钱。第一大类的比率呢，我们就把它叫做获利率。哦，获利率英文来讲是 profitability， 对不起，哦，五个音节 profitability。哦，profitable， 哦 profitability， 哦，就是获利性。那获利性呢，事实上获利性有三个指标，它大概就是代表损益表三个阶段。哦，我们损益表说我们有三个绩效指标嘛，一个是毛利，销货毛利，一个是营业上的盈余，另外一个是税后的净利。那我们就把这三个阶段所得到的一个利润的指标去除以它的一个销货，除以它的销货，所以我们有毛利率、有营业盈余率跟税后净利率。哦，那这三个比率呢可能会有一点点问题。哦，我们说我们形成一个财务比例就希望用这个财务比例，那这个财务比例呢可能如果说在你没有审慎的一个评估之下就把它当作是一个政策的目标，然后去追求，然后你会发现就是说，哎，怎么这个比例在追求这个比例的过程当中我的公司并没有改善。哦，我们举例来讲，哦，我们举毛利率来讲好了，我们说毛利率呢就是销货收入减掉销货成本， OK， 好，那我们说如果我用销货毛利率来看一下我一部我那个卖汽车的一个厂商的一个经营绩效好了，那我说卖汽车的厂商，我们假设说我一部车子销货成本是70万，那我的售价是100万，那我的销货毛利是多少万？30万。所以我的销货毛利率呢30万除以100万等于多少？30%。所以我卖一部车呢，我的销货毛利率是多少？30%。我如果卖10000部车子的话，我假设我的成本不变，我的价格不变，我卖10000部车子的话，我销售毛利率是多少？30%。OK， 那你就想象到一个东西，就是说，哎，那我为什么卖比较多部车子，但是我在这个绩效指标上面并没有表现比较好？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分子跟分母几乎成同比例成长，对不对？哦，我们的分子跟分母是不是几乎成同比例成长？你或许就是说在其他两个比例上来讲也都有可能有这样的状况，因为我们剩余的像营业盈余率啦，或是像那个税后净利率，我们差别的都是两个数，两个固定成本的数字。哦，我们的利息是财务的固定成本，我们的折旧那是营运的固定成本。所以我们说如果说我销售的数目越来越大，那你会发现就是说你的盈余率上面来讲就不会有大幅度的改变。
卖一部车子跟卖一万部车子，你的毛利率相同。为什么？因为你的分子跟分母几乎同比例在上升，其他两个数字也几乎有相同的一个状况啊。虽然我们有固定成本，但是各位当然知道，销售的数目一多了以后，固定成本的影响事实上就没有那么大，对不对啊？那所以呢，这是第一个问题啊，就是它来自相同的一个财务报表，只要销货收入改变的话，其他的数字几乎都是同比例在改变啊，所以它会引起这个所谓的销毛利率啦、营业盈余率啦，跟那个税后净利率几乎没有太大的一个幅度的改良啊。尽管就是说你在销货收入上面有一万倍的改良，但是呢，你很可能其他方面没有太大的改良啊。好，第二个呢，我们说，如果你去确定一个财务目标，就是希望你要去推行它。好，那今天会有一个状况，就是说我原先我是卖车子的，我们刚才所讲的就是说，这个如果有一家公司，他的主管跟他的那个部署讲说，我们希望我们追求最高的获利率，啊，我们就把它定成是销货毛利率哈。我们希望我追求最高的销货毛利率。那我目前来讲呢，我们公司是卖1000部车子，然后我们销货毛利率是30%。那今天有一个非常大的客户跑过来，他就跟你讲说，你今年才卖1000部车子，我如果跟你买2000部车子，你愿不愿意算我一点折扣？那你现在外面卖100万，你能不能卖我90万？那各位要知道哦，很可能它的总成本不到90万，所以你如果说好，如果今天我的总成本，不管是固定成本加上变动成本，我们假设来，这我假设销货成本还是依然是70万，那你如果多卖一部车子的话，你可能多赚20万。可是呢，因为你定下来就是说，哎，公司希望有一个很好的销货毛利率，不得低于30%。那所以如果有另外一个大客户来跟你讲，我要买2000部车子，那只你如果愿意的话，就能不能给我90万的价格？那站在这个立场，你很可能会怎么样？不答应，因为你如果接了这个订单，你的销货毛利率就降下来，那你很可能对于你目标达成就不是非常的好。那所以呢，你很可能会想象说，如果这个公司的经理人执着于就是说我销货毛利率的目标的话，反而会让公司的盈余最大化或是股东价值最大化，很可能会产生冲突，对不对？哦，所以我们说这个利用所谓获利能力来讲的话，由于它的分子跟分母是同比例上升，哦，那你如果要追求销货毛利的指标的话，很可能忽略掉其实企业的一个目的是在创造股东最大的价值，创造股东最大的价值很可能跟毛利率之间就会有一所冲突，哦，因为它很可能会追求所谓的盈余最大化，对不对？而不是追求所谓的毛利率最大化，哦，那所以呢，我们就想到一种衡量的方法，因为我们刚才说分子跟分母如果同比例上升的话，那你就没有办法去衡量到企业真正的绩效，那或是说你如果坚持获利率的话，有可能会泯灭掉一些公司追求价值最大化的一个首要目标。所以呢，在这边我们就有一个比较像是一个让分母等于存量哦，因为我们刚才的分子跟分母都是流量，对不对？我们的销货毛利是流量，我们的销货收入也是流量，但是呢，我们的这一群的比率哦，我们这边就是说我们有一些所谓的资产报酬率跟股东权益报酬率，那这两个比率呢，我们就是用存量当作分母，用存量当作分母呢，如果你追求这个或这个叫报酬率，追求这个报酬率的最高呢，因为它的分母是固定的，所以你追求报酬率最高，其实就是追求什么分子的最高，对不对？哦，那分子的最高，其实就某一种角度来看的话，这追求这个分子最高好像不是问题哦。比如说，像我们看一下，我们这边的资产报酬率的第一个比率叫做税后净利除以总资产。
那这是比较传统的哦，就是比较早期的财务管理啦，或是会计的课本上面，他们的资产报酬率就把它列为税后净利除以总资产。OK， 好、哦，那我们后来觉得说这个比例怪怪的，为什么怪怪呢？各位，总资产等于什么？负债加业主权益，哦，税后净利是谁的所得？是业主权益的所得。那我们说总资产既然等于负债加业主权益，可是他们分母只放业主权益的所得，就忽略掉什么？忽略掉负债所提供的资金所得到的报酬。OK，哦，所以第一个传统的，因为以前我们在财务报表算到最后就税后净利，那你要看一个公司到底这个有没有赚很多的钱，就直接拿税后净利来除以我们的那个总资产。那概念上可能有一点错误，因为我们认为总资产应该等于负债加业主权益，所以我们的分子除了税后净利以外，应该要把利息费用加进去，啊，就是说我的股东跟我的债权人联合起来所得到的一个报酬，哦，比较像是我们的资产报酬率。 OK， 所以比较正确的一个资产报酬率可能应该是第二种版本，哦，那当然还有一个股东权益的报酬率。所以站在股东的立场，你投入这一家公司的一个股权的部分，跟你这一个年度所能产生的税后净利去形成一个比率。好，那当然这边来讲的话，我们有一点点稍微有一点点粗糙，有一点便宜形式，哦，所谓的这个衡量这个比例来讲，比较正确的版本应该是什么？分母的话是什么？去年年底的数字。分子的话是今年的数字，应该比较合理嘛，对不对？比如说我2012年我投入生产的一个资产应该是2011年底的总资产嘛，投入了以后我今年产生怎么样营业上的盈余，是今年上的营业盈余基础上去年的总资产嘛，对不对？可是我们好像有点便宜形式，通常就是拿今年的数字去除以今年的那个分母。 OK， 因为真的报酬率是应该是起初的投资然后今年的所得，对不对？那可是因为基本上来讲，我们只要每一家公司的做法都是一样的话，那应该差别不大，哦，所以我们通常来讲还是拿今年的总资产的余额比上今年的那个税后净利，这样来比较，哦，那当然会有一点点出入的，哦，可能你衡量出来的那个资产报酬率，哦，那个用去年的数字跟用今年的数字很可能会差个零点零几，哦，但是 OK 啦，哦，如果大家都是用同样的公式应该没有太大的偏误。好，那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第二类的一个获利能力的指标，哦，那我们刚才还有谈到所谓的资产周转率。所以资产周转率呢，我们就是说，我们认为如果你是一家汽车厂，你看这一家汽车厂到底赚不赚钱，你要看两个东西，两个 dimension。 第一个 dimension 呢，你会希望看到这个汽车厂卖一部车子赚多少钱。那第二个 dimension 呢，就是你今年里面这一家汽车厂卖了多少部车子，哦，第一个要素就是卖一部车子赚多少钱，就是获利率，对不对？我们刚才就是说销货毛利呢，卖一部车子赚30万，然后那个毛利率就是30%，这是第一个 driver。 第二个 driver 就是说我看看这一家公司这一年卖了多少部车子，哦，这才是有一个总利润的一个概念在里面，哦，那我们今天其实就隐隐约约发现，就是说，哎，当我把价格卖高一点的时候，我的获利率当然会比较高一点，但是呢，我的期间所能够贩卖的车子就会比较少一点，对不对？哦，那如果说我把每一部车子的价格往下调一下，我每一个单位的获利率当然会比较降低一点，但是呢，我很可能卖出去的车子就比较多部一点。OK，
所以我们刚才有讲到说，哎，你如果有一些公司他在乎的就是卖那个我们说有些公司他的成本比较低一点，然后他当然也可以卖跟同业竞争厂商相同的价位，可是会不会有些公司他选择因为我的成本比较低，所以呢我卖的那个车子的价格能不能卖的比较低一点。如果我因为成本比较低，我把我售价降低一点，我会增加什么？增加我的销售量。哦，这只是第一步的一个 story。 你增加了销售量以后呢，就代表你的竞争对手怎么样，有没有办法存活下去？他不一定能存活下去。好，我们假设说我们就开始来降价吧。那因为我的成本比较低，所以我会降到什么？降到竞争厂商没有办法再降的一个地位。所以竞争厂商很可能因为没有应得的利润，或选择会退出这个市场。那各位可以想象一下，我可以讲一下一个 story 哦。刚开始 iPad 出来的时候，哦，各位当然知道苹果的奇迹第一个出现在市场上面就是 iPad。iPad 刚开始出来的时候，一个很基本阳春型的 iPad 要卖到10000多块，卖到10000多块。那卖到10000多块呢？然后呢？可是过了几个月以后，它就大量的降价，降价到8000块或7000块，哦，某一种类型的 iPad。那我当时就在想说，哎，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后来我突然想象到说，哎，这家公司真的把经济学都学得很好。为什么？他应该开始卖10000块的时候，各位要知道，我们经济学里面有学到说，那个愿意付价格的人，可能第一位客户他很可能有钱，他愿意付给 iPad 的价格很可能就是10000块，对不对？所以他一刚开始呢，就把消费者剩余把它剥夺掉了，因为他事实上可以降到8000块，我们假设8000块就是市场应该均衡的价格，所以他就用比较贵的价格先卖一段时间，然后卖到最后呢，他就降到8000块。那降到8000块，站在经济学的眼光，就是说他把愿意付价格比较高的那一层次的人先把他满足了以后，他把价格降低了，降低了以后就是让市场上绝大多数的人可以负担得起这样的一个东西。除此之外呢，他事实上也把后面要来的竞争对手的一个获利空间也把它剥夺掉了。因为当初他一个卖10000块的时候，几乎所有的那个影音制造厂商他就说，哎，你做 iPad 我也可以做类似的东西。可是一旦降到8000块，降到7000块的时候，后来那些厂商就自动选择退出了。所以你基本上没有看到太多 MP3 player 可以跟 iPad 相竞争。 OK， 所以你会发现到，就是说这个你单纯的去看一个获利率的话，你可能没有办法去看到真正的一个公司的一个真的竞争的优势啊，或是他真的有没有赚钱哦。因为你事实上看到，就是说他刚开始的时候获利率很高，但他走到第二个阶段是讲求什么？资产的周转率。他把价格降低了以后，他除了让他所卖的产品的数目增加以外，那他同时也把其他可能未来潜在进入的厂商的获利空间也把它米除掉，所以让它可以成为在这个行业里面独占的厂商。 OK， 所以你会发现，就是说他们并不是所有的时间都在靠着相同的一个 business model 或是竞争的优势，哦，那所以我们在这边呢，就有一个东西可以看出来所谓的周转率，哦，就是说降价以求以后它所能够产生的是一个资产管理效率上面比较高的一个城市，哦，我们很可能用小吃店，你可以跟那个大的餐厅可以来比较。我们说我们比较高贵的餐厅，哦，卖那个法式料理或意式料理的那种餐厅，它基本上一个晚上一个座位就是卖一对客人， OK，然后他也出菜就可以慢慢的出菜，那你会发现就是说出来的菜每一样都小小的，但是 一整套套餐吃完了以后可能要3000块4000块这样子。
OK， 你们大家没有机会吃过那种餐啊。那我为了讨好我老婆，我可能偶尔要去吃那种餐，所以我知道东西都小小的，吃完以后你还有意犹未尽。可是哎，整个晚上你就是只做一对客人，但是你在那个小吃店来讲的话，你每一个桌子很可能一个晚上就可以翻个七八次。OK， 哦，可以翻个七八次，然后他每一样东西都赚你少少的，但是因为他周转的七八次以后，那对于那一家公司来讲，对于那一家小吃店来讲，他可以赚到合理的报酬。那所以你说，哎，那个名贵的餐厅跟那个小吃店中间，你不能去比它的获利率，你要比较它的什么？资产的周转率。一张桌子一个晚上可以翻五番、翻七番，可以从哪边看出来？你投入的总资产相对于所产生的总收入。哦，我们经济学上面常常有一个叫做产出跟投入的比较。哦，事实上我们刚看到的那个报酬率，事实上也有一点投入产出比那种，投入在分母，然后产出在分子，对不对？只是说这边产出是什么利润，然后呢，我们这个周转率来讲的话，它的产出是用销货收入，哦，就是经营的规模来衡量。哦，如果你的投入的资产很小，你产生的销货收入很大，就代表你这个总资产的周转是非常的多次。OK，哦，那所以我们理论上就是用资产的周转率来衡量这家公司的资产使用效率。哦，那理论上呢，你要产生一块钱的销货收入，你能不能只用固定资产？能不能只用流动资产？当然不能。OK， 但是我们在财务分析的财务比例分析里面，常常也会看到一些什么流动资产的周转率，或是我们的固定资产的周转率，好像就怪怪的，因为我们要衡量是说你投入跟产出的比，所以真的合乎我们投入产出比的那个指标应该是总资产周转率，因为你要产生任何一块钱的收入，都要所有的资产的配合，对不对？哦，那可是呢，我们在这边我们要跟各位强调一下，有些时候我们会去看一下流动资产的周转率，尤其呢，我们会看存货周转率跟应收账款的周转率。那这两个东西到底想看什么？那我们事实上在这个财务管理的倒数第二章，我们会讲营运资金的管理，那边我们会讲的比较详尽一点。我这边呢，可能就稍微跟各位略微的讲一下，这个存货周转率呢，跟应收账款的周转率，事实上可以用来衡量存货到底要经过多少天才能够变为应收账款，应收账款要经过多少天才能够变为现金。哦，所以你看存货周转率跟应收账款周转率，最主要是在衡量流动资产变为现金的速度到底快不快。那我们存货周转率如果很高，应收账款周转率如果很高的话，代表这些流动资产转变为现金的速度是快的。那如果速度是快的话，它有两层的含义。第一层的含义就是说，如果你这个流动资产变为现金的速度很快的话，你就会减少短期资金的需求，短期资金就跑到银行去借周转金，借了周转金以后，周转金需不需要付利息？当然要付利息，对不对？哦，所以如果这两个周转率如果很高的话，代表你可能对于短期资金的需求就会比较小一点。那第二个好处就是说，如果这两个周转率很高的话，代表它变为现金的速度会比较快。如果变为现金的速度比较快的话，对于它短期偿债能力来讲是好的。哦，因为我们之前在讲短期偿债能力，只是说流动资产比流动负债，但是流动资产它变现的速度好不好，其实我们并没有太琢磨，对不对？哦，所以呢，如果你把流动比例呢，再加上这个存货周转率、应收账款周转率，整个把它统合起来，把它来衡量说这家公司短期偿债能力好不好，它应该会比较具体一点。哦，因为我们常常知道，就是说有些公司尽管有很多的
很多的那个流动资产，但是这些流动资产如果变现的速度不快的话，那对流动负债来讲，它的短期偿债能力也应该是不好。所以你不能只是比流动资产的总额对流动负债到底足不足够。那第二个 dimension 就要看存货的周转率跟应收账款的周转率，看看说这些存货变为应收账款，应收账款变为现金的速度是不是很快。如果也是很快的话，那代表就是说我们用所谓的流动比率那些比率去比较，可能会比较具体一点。所以我后面那几张呢可能稍微就跳过，因为要讲的话要花很长的时间。 OK， 好，因为我们等一下那三张图是不讲，而是就是说我们将会在那个营运资金管理的那一个章节里面我们会讲，而且讲得非常详尽。那我们在这边只是把那个周转率那个概念然后来应用来这里。好，那我们在这边呢其实就是要来跟各位讲一讲，我们刚才讲那么多的财务比率，那也讲的就是说获利率很高的厂商，它事实上就是可能产品有比较多的所谓产品差异化的竞争优势。 OK， 然后呢我们的如果说成本比较低的成本比较低的那个厂商来讲，我们当然说成本比较低的厂商它也有可能会追求高的所谓的获利率。比如来讲我们说中油跟台塑化，中油跟台塑化他们卖的油价都一样，但中油的成本比较高，台塑化的成本比较低。 OK， 那是因为这个商品的市场不太容许你有不一样的价格。 OK， 所以你就说油品我都卖相同的价格，那所以呢成本比较低的人他的获利率就会比较高，那台塑化就是这样的例子。 OK， 但是我们会认为如果说其他的竞争性比较高的那个商品来讲，竞争性比较高的商品来讲的话，那它的厂商就不一定要卖相同的价格。我们刚才说苹果它就卖比较低的价格，一方面会增加它的周转率，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让竞争厂商没有获利的空间。 OK， 所以因此呢我们就是说我们就想要把我们所有的 picture 都把它连起来，连起来。好，那我们这边有一个工具，这个工具呢大概是在1950-1960年代，然后呢有一家美国的一个化学公司，那这家公司其实就某种程度上来讲它是非常有创意，它的创意就是说其实我们常常就是说公司高层的人他会设定一些目标，可是公司的基层的人或是中层的干部他不见得了解这个目标应该如何达成。 OK， 所以这家公司呢就非常有创意的就是说，好，那我就把我公司的目标然后就去把它解构，解构为什么样的一个组成分子，然后让你能够了解就是说你应该做什么事情你才会对公司的这个最高层的目标有所帮助。好，那这个就把它叫做是杜邦等式分析，那因为它是在1950-1960发展出来，所以它这边所用的一些公式也是比较传统基本的公式。因为我们刚才有讲说这个资产报酬率有两个版本，那这边的版本那就是传统的那个版本。 OK， 好，那我们今天就要来看一下这个杜邦等式分析图到底在讲什么。第一个呢，杜邦等式分析图它的最高的地方叫 ROE。 好，我们说我们在财务管理的经理人的目标里面，经理人的目标是希望到达股东，追求股东价值的最大化。那我们说追求股东价值的最大化就是让股价最高，可是各位有没有想象到影响股价的因素可能千千百百种。 OK， 所以呢你如果要去解构那个股价最高的那个
那个比较抽象的目标来讲的话，你基本上就没有任何的架构可以去解构。OK， 所以我们说，我们暂且把那个资本市场上面股价最高那个目的稍微把它放在一边，然后我们从我们的所有的财务报表里面，我们说好，如果你今天要抓到一个概念，最接近股东真的想要的一个目标，而是用财务报表资料显现出来的，他应该会最在乎哪个目标？最在乎的是股东权益的报酬率啊。股东权益的报酬率就是说，我今天如果身为一个股东，我投入在这一家公司的经营就是股东权益的账面价值，然后我这一年里面他所能创造出来的收益就是他的税后净利，把税后净利除以股东所投资的股东权益，就可以产生一个股东权益的报酬率。那这个股东的权益报酬率在某种层次上面非常能够抓到股东最在乎的财务绩效哦，因为股东当然最在乎是价格，可是那个价格影响因素非常的多，没有办法再进行分析跟解构。所以我们今天我们退而求其次说，好，那股东最在乎的能够最接近股价价值的一个指标就是 ROE 哦。那 ROE 呢，就是税后净利除以什么？除以股东权益啊，哦，税后净利除以股东权益。所以税后净利除以股东权益，如果我们再进一步把它解构一下，哦，那各位当然稍微看一下好了，因为这个有，我们说 ROE 呢等于 net income 除以 equity。然后它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哦，我们把它解构为 net income 除以 total asset， 然后乘以呢 total asset 除以 equity，哦，你这个分母跟那边的分子消掉的话，那你就大概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东西等于什么，一加上 debt 除以 equity，哦，好。所以 ROA 呢， ROA 是资产的报酬率，哦，这是传统版本的资产报酬率，就是税后净利除以总资产。那总资产报酬率就是说你对资产的投资的效率，对不对，哦，我们说股东的权益是追求股东价值的最大化，股东价值的最大化可以透过两个东西来达成，左边这个东西叫 ROA， ROA 呢就是你投资的资产，你投资的行业，然后你的报酬去除以你投资的总资产，那得到怎么样的一个绩效。所以呢我们就会把这边呢，各位这边就是我们上个礼拜跟各位讲，就是说资产负债表的左边的绩效就放在这里， ROA，哦，ROA 就是资产的报酬率，哦，资产的报酬率乘上什么呢，一加上财务杠杆。那各位我们有跟各位讲过哈，所以是说这个举债呢它有个好处，因为债权人呢他总是拿走固定的报酬，哦，如果这个公司呢投资的绩效很好，投资的绩效好到不得了，但是成为你的债权人他只能拿走什么，固定的利息，对不对，那他没拿走的部分呢就属于谁所有，股东所有，对不对，股东自己带来的钱都会创造出来资产的报酬率，他除了自己的份内的资产报酬率之外呢，他还能拿什么，债权人没有拿走的那一部分， OK，哦，所以呢我们那边会有一个乘上一加上 debt 乘一加上 debt 除以 equity，一的话就是股东他自己所创造出来的 ROA， 然后 debt 除以 equity 那就是财务杠杆，就是债权人没有拿走的相对于股东的那个比率的那一部分也会乘于他的， OK。 所以我们上回举的那个例子就是说，我们说那个股东自己所带来的钱他自己会拿到 20% 的报酬率，
OK， 那我们说如果自有资金跟债权的资金是一比一的话，那他会拿到另外一半的报酬率，对不对？ OK、哦、所以呢他就会拿到 30% 的报酬率。 OK、哦、那所以呢他 就可以由那样的一个 的公司里面去看到，就是说除了他自己本身所拿到的报酬率，他还可以拿到一些、债权的没有拿走的报酬率。OK、哦、所以呢我们这边就叫资产的、哦、或是营运方面的绩效，那右手边呢就是融资方面的绩效。 OK， 那资产的我们说 ROA 呢， ROA 是 Net Income 除以 Total Asset， 然后这边呢就可以 Net Income 除以 Sales， 那边是 Sales 乘以除以 Total Asset， 这两个在相乘。那这个呢我们刚才就跟各位讲过了，所谓的获利率、哦、它是来自所谓产品差异化的竞争策略 Product Differentiation。 我们说如果我们有一家公司所生产的产品，所生产的产品，那我们生产的产品呢我们的成本跟别人差不多，但是我们卖的价格比别人好，那这叫产品差异化的竞争优势。那怎么样的公司会有产品差异化的竞争优势？我觉得苹果就有，苹果就有。然后呢台湾的话是鼎泰丰，然后你们可以看得到的那个欧洲的那个 BMW 啦或是 Benz、哦、我们假设说坐车子来讲、哦、我们当然不会祈求说那个 Benz 的那个成本跟那个、一般的国民车的成本是一样，我们应该这样讲好了，像宾士汽车或 BMW 汽车，它可能成本比一般的国民车的成本多 30%， 但它的价格可以卖到两倍、哦、所以那价格跟成本之间的那个比率它是比较占优势的，它就可以比较像是、这个产品差异化的竞争优势。 OK、哦、所以我们说其实有些公司它非常塑造所谓的品牌价值哦、各位记不记得我们过去十年来我们台湾的一些科技厂商的那个老板，像我们施正荣先生，像我们的那个李坤耀先生，他们就不断就是说我们要创造品牌，创造品牌的价值。那各位知道品牌价值在哪里？各位知道吗？你一样是一套西装，如果你是所谓的名牌西装，像大家耳熟能详 JoJo Armani 一套西装就可以卖10万块钱以上，那你一般来讲的一般比较国民品牌的西装可能一套1-2万就有了，那差别在哪里？用的布料一样啊，剪裁你好像也看不太出来有怎么样的差别，可是你挂上一个所谓名牌的那个西装跟一般品牌的西装就可以差到5倍的价格。为什么？因为就是品牌，因为有这个品牌你愿意付的价格比较高，因为你穿的这一个品牌的衣服出去，你站在同侪之间来讲你的感觉是比较特别的。所以我们所谓的产品差异化 Product Differentiation， 明明就是一套西装，但你穿的这一套西装你的感觉跟别的西装不一样，或是明明到这一家餐厅吃的冰淇淋你就感觉到跟其他家的冰淇淋不一样，所以你愿意付的价格比较高哦、这就叫 product differentiation。 所以你会发现说这些商品的代言人一定都是世界知名的名人，对不对？为什么 Nike 一定会找什么、Michael Jordan 啊，或是找一些什么、全世界最知名的运动球星帮他去代言？大家都知道那些球星很贵，除了付很高的钱以外，他们还要认可这个产品的一个特别性，他才来帮你代言，对不对？所以你相对上来讲你就会觉得说这个产品真的跟其他产品不一样。 OK、哦、就叫 Product Differentiation。 所以你要有 Product Differentiation 呢，也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企业的经理人，那你要知道说也要让你的资产报酬率要高的话，那你要从这两方面下手。第一个的话就是说你要致力于品牌的耕耘，至于你的创意。 OK， 那第二个 driver 我们刚才已经有讲过了，那是低成本的 low cost leadership、哦、那
你可以致力于你的成本的降低啊，我们今天有很多的方式可以降低你的成本啊，比如说你找比较便宜的原物料的来源，或是你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制程啊，比如说像就某种眼光来讲，那个 Amazon.com 它是走 low cost leadership， 为什么？因为其他的一般的书店它要有什么？第一个要有店面，对不对？所以店面要有什么呀？资产，你要去开店嘛，要有店面。第二个要有什么？存货，你要把所有的书都放在架子上面。第三个你要有店员，要有能力。OK， 那你在网络上面卖书的话，你就可以把这三样东西把它省掉，对不对？所以你的成本就会比较低一点。你的成本比较低呢，你的价格就可以弄得比较低一点。那当然，成本低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说，你要他是先用价格低，然后让大家愿意到网络上面来买书，然后他构成了一个什么很大很大的一个 purchase。各位知道吗？亚马逊网络书店，他帮哈利波特的任何一集，从亚马逊网络书店卖出去的那个书籍有多少？将近1000万本以上，1000万本。如果你能够帮任何一个出版商卖1000万本，那你的议价能力会不会很高？会。如果我是亚马逊网络书店，我可以帮 Harry Potter 卖1000万本，我今天我就说我要跟你订1000万本的书，请问一下出版商，你要算我一本多少钱？ OK， 那个出版商很可能跟告诉你，就是说你知道吗，我也不想印书了，我就把那个光碟片给你，自己去印，你 印一本给我多少钱就好了，对不对？你不需要说我印了1000万本送到你的仓库你再卖出去，这很可能成本又更高了，对不对？哦 OK， 所以他们的一个做法就是说，因为他能够聚集了大量的一个买家，所以他就会有一个议价的一个地位在那里，所以他就可以得到更低的一个采购成本哦。所以呢，如果有 low cost leadership， 你就能够卖商品就卖得非常的多，然后你就可以用薄利多销的概念，然后来弥补说你每单位商品的获利率可能有所牺牲，然后造成来讲可能会造成总利润的比较高的一个状况。那各位要知道，这个 ROA 是等于这两个的相乘，那这两个本身来讲会有一点点替代性，所以替代性就是说，这个东西高一点的话，那个东西可能就要低一点哦，因为相同一样产品嘛。比如我们刚才举到说那个名贵的餐厅来讲，名贵的餐厅呢，它之所以名贵，或是名贵的车子之所以名贵，它就是怎么样，不会每个人都有嘛。对，如果现在街上每个人都穿Giorgio Armani的话，你觉得Giorgio Armani会不会那么名贵？不会，对不对？所以名贵的东西就是说，它卖贵了以后就不会很多人拥有，不会很多人拥有，刚好是符合它消费者的期待，因为它要证明它跟别人不一样。所以呢，名贵的商品它很可能就是在产品差异化的程度做得大一点，所以它每一个单位的商品的获利率比较高，但是它的周转率就比较低一点。我们刚才说名贵的餐厅，一个晚上一张桌子只卖一对客人啊，他也不会想说帮你排班说，先生你愿不愿意10点钟再来吃这个，他不会，他今天晚上卖完这一对他就收了。 OK 啊，所以呢，名贵的餐厅是获利性比较高，但是周转率比较低。小吃店呢刚好相反，小吃店的话每一份餐点赚你的钱比较低一点，但是他一个晚上呢周转率非常多次。 OK，那所以呢，要造成资产报酬率高，没有固定的方程式，没有固定的方程式哦，也就是说有些人可以采取产品差异化的竞争优势，有些人呢可以采用低成本的竞争优势，但这两者之间呢不一定哦，就是完全需要替代，因为有些公司它就可以做得很好哦，就是说那除了获利性没有减低之下，它可以增加周转率，有没有这样的公司？还是会有。 OK、哦、但大致上来讲，我们就认为、
就是一个公司的一个财务方面的绩效，你可以把它解构为这样子。最高层的地方就是股东价值的最大化，股东价值最大通常也可以保证股东的报酬率是达到比较高一点。要想达到股东报酬率比较高，你要做对两方面，一个是资产负债表的左边，就是 operating 的一个performance，就是 ROA， 另外一个话资产负债表的右边，你要选择适当的财务比例，形成一个财务杠杆。所以呢，要追求股东报酬率最高，你在营运方面的策略要做，融资方面的策略要做好。怎么样做好营运方面的策略呢？你可以去选择适合公司表达的一个竞争优势。有些人呢是采取产品差异化的竞争优势，有些人呢是采取低成本的竞争优势。没有所谓的贫富贵贱之分，会赚钱就是会赚钱。OK， 所以你会说呢，有些卖车子的，像是 BMW 跟 Benz， 他走产品差异化路线，他赚钱 OK 啦。但有一些产品，有一些那个国民车，或者说我们说印度有一些比较便宜的车子，他只要卖很多部以后，因为印度的人口有多少，对不对？全世界可能中低收入的人有多少，他们也都需要有汽车啊。所以呢，只要你卖的汽车够多，哎，你也会赚钱。OK， 所以呢，这大致上也就是符合了我们说，我们上礼拜所讲的企业的绩效、企业的目的，在追求股东价值的最大化。然后我们今天呢，可以把这个财务绩效跟竞争优势，把它套到我们上礼拜所讲的。我们说，其实要做好所谓的那个追求经理人的一个最高的目标，就创造股东价值最大化。我们昨天我们上礼拜有没有讲？第一个要做好我们的投资策略，所以我们第一部分要做好的投资策略，当然在管理方面比较具体的表现，就是这两个竞争优势，才能创造出比较好的投资报酬率。那第二个呢？当然要做好融资策略。我们说经理人第二个就做好融资策略，就要怎么样？就是尽量降低资金成本，维持你可以承担的一个风险，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上礼拜所讲的经理人的第一大目标跟第二大目标就在这里。那我们当然还有讲到说那个所谓的那个股利分配的决策跟营运资金的管理，这两个东西或多或少也都可以把它容纳在，因为比如说营运资金的管理，它事实上是属于 asset turnover 的一部分，我们会另外再讲。然后你说那个股利的一个分配的那个，它事实上某一些部分也是属于投资策略的一部分，因为我们把赚来的钱，你到底是要把它发放股利呢，还是投资到未来？如果投资到未来，你的理由是什么？那当然也是具体投资策略的一部分。OK， 所以我们说，我们上礼拜所讲的财务经理人的四大任务目标，你放在这个图表里面，应该就可以放进去。那你也知道说，你应该做到好，做好哪一部分，才能够增加股东的价值的最大化。好，那我们这礼拜先讲到这里。